大家应该大家好，啊我叫做夏普党啊，夏殿下，啊普就是总普，另外一个总普党的迄个字啦吼，啊我甲迄个学长啊，算是高中的学霸，啊就迄个时就是算同一个社团，啊迄个社团内社团叫做古典音乐的现场，也都等下吼，啊伊是算我是我头一。我伫迄个高一的时阵，高中一年的时阵是社长啊，啊我就是袂歹。啊，结果等我到二年以后就无阁联络啊，所以一直到可能要十年以后，就是阮中间拢无联络个对啊，啊嘛毋知家己个店就是讲对方咧做啥物代志，啊过去差不多十年以后，一天我伫个迄个足球内底看一本册。叫做财山少年安魂曲，我就惊一跳，讲既然有出册，啊，但是主要是我先来注意一件代志，讲伊迄个时阵伫个高中有出迄个学校的刊物嘛吼，叫做雄壮气息，啊，伊个这本刊物内底就是有一个奖叫做雄青文学奖嘛，吼，啊，伊迄个时阵有参加嘛，就应该第三名。啊，第一名是无人，无迄落，无人得着，所以就是第二名甲第三名，爱是第三名。啊，内底就是有一挂对话，就是迄个叫做台词，就是用台语写。但是基本上的文章是用迄个中文写的。啊，我现在印象足深的是讲伊内底有伊个得奖感言，内底有写讲，伊感觉伊身为一个台湾人，我都用台语写是一个足见笑的代志。啊，我迄阵看到这段的时候，其实我迄阵是较起笑，我的心内啊，我心内是起笑，想靠可怜用台语写全篇文章，我迄阵的想法是，想靠可怜，吼，啊就想讲，搁有一个有人会使笑到这個，我迄阵是安尼想。啊，佮过到十年以后，伊就差不多出册以后，伊个时阵嘛是佮用中文写，啊，但是我着注意着，包括伊真正一直有拢咧准，比方讲一直咧，写作个㖏，有咧注意这样，有咧做这件代志，啊，我着开始要注意个，消息啊，我迄个时阵开始注意个消息，啊，结果一天，佮过不来，我嘛着去几年。跟那贵妇人一样，一天我伫咧网络的收电，就是我拍这个名册看卖，叫找着有一个乌沃克伫咧迄个 PC 放内底，啊，结果内底拢写台语哦，伊我看了我惊着，然后讲，真正有人开头到尾拢写台语，啊，我迄个时阵才开始注意着这件代志，啊，所以，我才开始有咧注意讲台语文学啦，因为我进前无感觉讲这物件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就是看到伊个文章以后，才开始想。啊，而且我搁看伊小说，感觉讲，真正进步足济，甲我伫个高中个时阵看个差足济。我就感觉讲，即就是讲一个足趣味个现象个，对啊。我现在发生这种代志，啊，迄个时阵开始我就去注意这个代志。啊，结果慢慢了就了解讲，哦，原来其实台语文学是足早就有啊，可能清朝就有啊。啊，迄个时期用，比如讲用罗马字写吼，嘛有一挂歌词啥啦，我就开始用迄个了解这个物件。啊，迄个时阵发现讲，结果我阁发现讲，伊嘛是头一个写台语的哦，文学啊，就是讲战后啦，第二次大战战后以后，伊嘛是头一个写。我再来讲一个叫做宋哲来的老师，哦，宋哲来的老师伊作早伊就有写台语的小说。啊，我阁因为安尼阁专攻伊。就是讲，去找迄本册啊，找足久的，到尾啊找着，就是伊一本小说内底写叫做《弱小民族》。对，《弱小民族》，我到尾伫咧古册局内底找到一本册。啊，就是讲，迄算是我头一篇开头到尾看到了的台语小说。啊，所以我就开始有去注意这个代志。啊，所以，要讲。就感觉讲这件，到尾啊，到尾到尾就是佫经过一段时间，啊，迄个时我就开始，主要是我本来是无想讲家己要学这种物件，哦，啊，就是到尾发生一件代志，就是
伊个面前走去中国去个，啊，伊个想我个，我个心内个算是足大个迄个冲击个，我迄个想讲，现在我大在写中文，我现在大在用中文，所以我就从这开始学台语文字，我再开始去买字典，然后家己一个一个去看个，就是为个想开始我再去研究这个，啊。当然，我拄仔讲，迄、那个宋老师伊写伊当作拢是写汉字啦，所以小可有有诶。啊，到尾我着伫个册桌内底看一个叫做陈明仁老师。陈明仁老师伊个迄个小说就是唱一挂罗马字。我头一摆看时，我感觉看伊字较快，因为有诶字我是点知影了，啊慢慢就写了，啊慢慢着了解即个心态了对啦。啊，到尾。我人生空白年以后，我一段时间在高雄，啊，在高雄的时候，我就发现讲，学长有伫咧啊开做一挂迄个活动，就是讲台语文坛迄种讲座，啊，我就去听，我就去听讲，啊，去听的时候发现讲，真正这做这人啊，真济，也不比我想的较济，哦，啊，有诶，搁真趣味啊，啊，就比如讲有诶，搁有啥物伊索寓言啊，改做。该做一个什么女孩剧啊，小儿童剧一种。诶，讲我迄个时阵发现，讲这个，台语文其实是一种甲一个偏科一个规模啊，所以讲一般社会人无啥了解这个。所以我介绍我家己，介伊个迄个哪讲语言啦，哦，大概是安尼。啊，过来就请。我是夏督导，名位啊，伊拢伊就甲我迄个位高中时代就小学讲，要唔过又讲一点唔对啦吼，那我是第二名，要讲第三。我是当场笑出来啦，这还见到，啥物都还见到。你当初就是讲我1989年还是1990年，我袂记啊。我伫高中的时候，你当初就是中中青年的文学奖，雄性文学奖，我当第三。啊，迄其实迄当阵我嘛足想要写作，我人看足侪郑维楚安写个册，我着看着咱双顾啊、宋代先生，遐红土个小说，所以我当阵在写。啊，其实伫迄个时阵吼，用台语写伊个小说内底已经无多新啊，就是讲，我们在台语对话里面已经很多的台语，那不是很新的东西，甚至那个时候的叙述，迄当阵个叙述的部分已经。已经用足侪迄个，已经有人咧用，规篇拢是台语，只是我唔知，你但是我唔知啊。啊，后尾就是讲，我，但迄当中我就足想要讲，对，这文学应该是这物件，因为文学应该是甲咱的迄个用途，甲咱的生活，甲咱的，甲咱实际看到、感受到物件有关的。啊，因为我自细汉我就伫迄个农村，阮家算是农村嘛。迄当初高雄市还袂规个变都市，阮到都市化的外围，所以我算是真阿兵啊，我就是亲眼见证那个农村变成都市的过程。啊，所以我感觉讲，我若要写我的故事，我来写这种古文学，哎。然后迄当初呢，中中青年的文学奖，我是第三届的第二名，应该是第三届。头前两届就是迄个首奖拢重缺，头前两届拢首奖重缺，啊，到我即届，所以第三名甲第二名都重要，就是因为到我即届我开始有资格摕到首奖了，对。然后就是即两年有资格摕到首奖的要辩论，就是迄学校的老师要辩论讲，应该要互啥，应该要互啥摕首奖，对。这个辩论到尾啊，就是4-2啦，我也摕到两票。啊，另外一篇摕到4票，另外一篇是写迄个麦城之围，写关公的故事。啊，伊即马，迄个嘛是即马嘛是作家，嘛是足有名的作家，即马联合文坛的总编辑嘛。啊，伊是我的学长，啊，我是，我等于去改我多啊，要毕业啦，啊。伊第一名，我第二名。啊，迄当初重点是倒个？重点就是讲，伫即个辩论的过程内底，我来讲我讲做上心，因为伊讲，你用台语写，倒个迄老师，迄国文的
遐来，国文老师，因为伊迄个文学奖的迄个编审内底，伊是用迄、那个用迄、那个以国文老师为主嘛。哎，来讲，哦，你写台语写很济啊，做成个连续剧。哎，为了安尼讲，哎，迄剧情足好看嘛，迄阵我写一个海员的故事，一定叫做阿翔啊。伊边个阿翔，我毋知影写多少个字啦。就写一个海员，啊，迄是真个故事，就是讲我写一个基友行船人，啊，然后伊行船人因某对人走，安尼，足悲惨个故事，啊，这是真个故事，哎，所以我甲写出来了，伊会感觉讲好像写那个在撒狗血故事，哎，啊，所以安尼，当然，当初我对现代文学个了解有成长个很济，你当初嘛，无做济。足深的，对于讲啊，现代文化应该注意啥，注意啥，做侪了解。不过迄当阵，我感觉讲很奇怪，啊，想啥代志来，会互安尼认定，这是唔对的嘛？哦，这是唔对的。嗯，我漳州伫迄个，正理发的这个行政标准，伊讲到这个世界语言权利宣言内底有讲，其实。全世界的所有语言应该是平等，伊拢应该有所有权，它都应该要有语言文化的发展权啊，所以它应该要有认同权，它要有命名权，还有这些基本属于人的权利，然后它要有传播权，平等的传播权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感觉说好像有一个什么物件被剥夺掉，好像我们身上有个什么东西被剥夺掉，但是我都讲不出来，哎，讲不出来，很奇怪，可是讲这块啥货，但是咱就是讲不出来，讲到底是讲啥货，然后什么权利少掉，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件事情，怎么好像我明明的用我家己的这个母语的写想写出来。那个评审老师会觉得说，你这个是，哦，他说这个粗俗，他直接在，他说那文学应该有一些格调，你刚好粗俗，啊奇怪啊，那处理界比较小的那东西，那个什么格调，一定就是讲要死啊，是啥物事，啊就做干条啊，哦我当然，啊你有当时啊你咧写文章，你就一直录音记录，啊伊就找落来啊是要写唔写？哎，都掉了，所以咱只有下出来。啊，下出来原来讲粗俗啊，还是啥物？啊，我唔是刚才写嘛，我后边搁一块问题嘛。啊，叫，但是他就这样认定，他那认定不是因为你真的写的很，他就是说，因为你用了台语，所以就叫粗俗。啊，那是八九年到九五年代事，但你想看嘛？九五年八九年都有这个代事。我回首去看，其实黄春明他七几年。八级，啊！你想宋在成是那种一空年代就写，第一对个写到哪烂个，林双姑啊，洪醒姑啊，怎么我到九零年代的高中还写那个东西？他说明粗俗，所以我就刚刚讲规个唔对，规个拢唔对。当然后尾我想要行入这条路，就讲我就感觉讲奇怪，这个明明是上好。上盖宝贵，就是说我们最上好宝的物件，所以今仔想爱讲这个约瑟的故事。其实约瑟故事，我是要谈另外这个主题。我想爱来讲这个约瑟故事，从前我找到这个约瑟，但当第一来我伫个对伊个结构搞信用了解，我一直认为约瑟我是做大诶高物啦。因为约瑟来讲伊就是安怎讲呢？因为因老爸疼伊。啊！伊就承认做一个上帝给伊的梦，哦，啊！伊都相信上帝给伊的梦，伊嘛足勇敢，甲上帝给伊的梦讲出来了，哦，给伊兄弟对做不惯，啊，所以家己袂去做奴隶嘛，袂爱去。啊！因兄弟常爱对伊做不惯，就是因为因老爸进前拢伊足疼，啊，就送伊一件彩衣嘛，哦，这象征就是讲给他一件彩衣嘛，约瑟的彩衣嘛，这。到尾，伊只嘛伫遮。其实我也咧想讲，其实像台语这物件，咱不是干那语言，咱家己这块土地，从咱乡土一直有传，
像咱妈妈互咱的迄个足可贵、可贵的迄个足宝贵，迄个先天就有那种最好、最宝贵的东西，就像约瑟的才艺那种东西。但是我们一旦有这个东西，我们会反而受到排斥。或者刚刚说，我看约瑟的全部在学，基本上我们有能力拿那个用宝义来、用宝义来写作的人，基本上是会摕到一样约瑟的才艺，就是摕到一样才艺。但是因为环境，因为历史，因为种种种种的原因，结果我们好像身处异地一样。等于讲，咱要就是要用家己这要把这件衫穿起来讲的时候，我感觉讲，我真正先看卖，我这件衫穿的会让安那袂，会让我度袂，会让无满意袂，会安怎袂？会变成这情形，然后咱我感觉讲，我明明是在故乡啊。那怎么我好像在异乡一样？哦，好像我明明就在加南美地嘛，这台湾不是我们的加南美地吗？怎么我那个约瑟的才艺穿起来好像被卖到埃及了一样？但是我一看到约瑟的故事，我就我心怀我就有足大的一个足大的安慰，这个足大的安慰就是讲，其实像假设我们相信那个上帝的话，约瑟是这样讲的，相信上帝的话，他自始至终都在相信，而且他知道说上帝给他一个应许是什么，但他还是不管后来他在那个埃及当奴隶，甚至下到监牢。后来因为上帝在给他启示，法老做了梦，就埃及的王做了梦，他去做了解梦，知道吗？他一步步爬到那个成为奴隶之地的宰相。成为奴隶之地的宰相，要成埃及的宰相，就是他从奴隶之中变成一个宰相。当然，当然讲伊伫个埃及接收在这宰相，并无代表讲伊规个族群得救，并不是安尼。但是当伊个族群啊遭受饥荒的时阵，他那个梦是说，那个埃及王他替约瑟在埃及替那个法老解梦，他的梦境就是说你会丰收七年，然后会饥荒七年。重点是这样，所以他就告诉那个法老说，你在丰收七年的时候要注意把五分之一每年要把五分之一的存粮存起来，那么你的仓库里面就有足够的粮食。然后在后面这个饥荒七年的时候，你就有办法去应付 那七年的饥荒，因为你的谷仓里面有粮食。所以他从一个奴隶的身份变成后来成为一个供应者，成为了供应，他不只供应埃及的当地的埃及这个国家的人的那个粮食的需要，他还供应了他整个迦南地雅各家以下整个雅各其他11个兄弟，整个都带来埃及，在埃及，等于这七年他整个族群没有灭掉，这因为一个很相信上帝的人，他纯粹就相信。上帝给他的梦，然后他虽然在那个困苦里面，但是呢，他因为这样，所以他很平静的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甚至就是说，当饥荒来的时候，他让整个以色列族群，雅各底下的11个兄弟，包含他12个，可以在他的供应之下，不至于灭种，再过400年才有。摩西出埃及，再把他的族人整个带回那个迦南地，所以上帝给一个人独特的应许。有时候虽然他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他不是很清楚，他没有办法非常清楚说，我这样做在我的族群里面，他到底整个众的历史里面，他到底会发挥多大的角色？我相信约瑟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清楚，在那个瞬间他就知道过400年。摩西会因为他再把他的族人带回去，甚至再过2000年会出现耶稣嘛？但是他就是说，当然他很纯粹单纯的，因为上帝给他一个梦，然后他相信那个梦，然后他就去执行那个梦。我说他就很勇敢的，至少就说他非常一个勇敢，去把那个梦讲出来。伊的一世人就是离开那个梦讲出来。其实这个第一次说开始都行，这是搞外邦讲出来的，
同我换到足侪啊，对无吼？足侪足侪足侪做甲伊运动诶，是讲足侪做蹲好运动，就是安尼。我只是讲，你想讲我写一写，但伊足简单嘛。但你写，你爱写写。啊，即我妈妈领导拢安尼安那讲，我就应该爱写，对无？咱只是甲即、這个，咱本地就应该爱写物件，写出来安尼尔。叫做因为安尼做，煞互感觉讲，咦，确实伊安尼较粗鲁，伊较粗俗，伊安尼欠缺现代艺术，欠缺思想，欠缺偌大创作。我这当然种不平啦，种不平。啊，有种不平嘛，嘛技术讲，后尾我着慢慢看低价的这个代志。我一开始是打伫个这个。对话底写嘛，然后伫即、這个，其实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讲，伫即个角色的人，台湾有算快拍拼，就是讲，伫个战前，其实艺术大战前，伫日本时代战前，包括像伊个两大迄个脉络，一边就是民间文化的博册啦，一边用汉字写民间文化，搁一挂改文字化，啊，比如讲迄、那个。台南运河奇案啊，台南的运河奇案啊，拉刀记啊，这种属台湾本土故事，啊，用伊迄个口传，啊，伊用迄个汉字记落，这个煞有啊。啊，共这个嘛，共差不多运河奇案啊，刀记啊，用文字记来，用汉字记来，共一个时阵着咧教会，台湾古城教会无，伊嘛是用迄个罗马字着甲。甲迄个挂啥物北港仔个新闻啊，啥物啊，甚至所有个迄个讯息，顺手伊全部个消息都拢用迄个台语写。实际上，伊比例来讲，当然台湾好像教会无伊写，伊是规篇全部规篇拢用台语嘛吼。啊，内底有写过一挂故事，即嘛先讲是迄个台语小说个上个初初个一个观念。当然，伊创作内底，他不是以创作小说为最主要的目的。他是以传教，我说讲道理，透过故事讲道理为主要目的，所以他在小说技巧上，你很难用一个现代小说的技巧去要求他。我就事实来看，他有一些是确实有一些叙述性的东西已经开始那个雏形在那里面，你找不到。我会想到这个电梯盘、电梯盘啊，罗林声，林在下面啊，你还好晒了，加吕叔加你一样，就是说。这些牧师有两三个牧师还蛮有心的，他就有背回去写小说，伊咧一直真正写小说。当然，这个小说来讲，以这个小说来讲，他还没有办法，也当然在那个年代嘛，那个年代，他当然他们写的东西也没有办法说非常的有现代小说的技巧，但是基本上那是一个雏形在那里。然后另外呢，其实，在台湾的乡土文学这一边呢，因为吴九威呢，台湾的乡土文化运动，就是三公里啊，啊，我到老林乡开始写，那个教会这边的小说，都刚开始三公里啊，很雄赞，所以这两边是就同时在做。那你以吴九威你别讲的是啥，我你伫个台湾，你就是嘴讲台语的话，你就写就写台语的话。这个来主张，我觉得你讲吴九辉、黄慈威的伊个文化主张关系，就是古罗文学嘛。古罗文学你写的是工农兵，当然就是用工农兵的语言来写。这个是跟还是伊个文化主张有关系。那这两条脉络一直下来，当然就是教会这边的脉络。当然后面就没有再继续。但是就是乡土文学这个脉络，就是到，其实，艺术大奖快删掉就停了，它都停掉，后面也有啊，后面战后那个教会那边也有写几部那个小说，然后真正重要的是台湾新文化，宋哲爱老师的引进会啦，李英来对很具体的啊，林永斌老师非常具体的提出就是。台语文字化、母语文字化这个诉求，所以那是1986年、85年到87年的代志。那我知影就是拄只
下午岛讲到这个陆小民主论册，当然上早发表的伫这个1987年的台湾新文化，一篇叫做《控国的怕鸟机》，当然是呢，看爆了打猫屎，那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初初咧写文化，我是1995年开始，我1990年先是得第一名，我就讲到咩叫嘟嘟嘟我就讲文化这物件歹写。真的是这样，我讲那文学安尼，我写台语讲给你听。我当初我讲我不爱写，我开始翕相，我就开始把我全部的西客去搞母啊骗钱，什么鬼？我就走去买一台卡片啦，去来卡，我就走去翕相翕相。我讲我袂用啦，我袂用写啦。有那种心态，我讲啊你写了嘛，人。写观光的故事，看伊阿爷写迄个啊，迄、那个存款嘛。啊，这是要写迄种啊，歹写。我怎样？我那时候就负气，你知道？就突然歹写，歹写了啊！到到我考到迄、那个，所以我大学四年吼，照讲我高中我就摕第二名，应该是做机会对无？结果我大学四年，我一字都无写，我小说一字都无写，散文一字都无写。我一个字都没有写。我说你这不好。因为我就是1995年那一年的，我刚好考上那个清大的研究所，拿到一本台湾新闻学，给宋德老师办的台湾新闻学，看的。哇，去看，因为我就是粉丝啊，你知道吗？啊，伊今伊就讲吼，我欢迎这所有的青年作家，大家都。来写就对了。他，伊就讲，他被，伊就讲，伊被中热忱，跟你特鲁文他们，我回高屋建瓴开始写，我就开始改笔开始写。啊，从那当中我无完全用台语写，连我连我又回到那个高中那个时候，就是用那个乡土文学，那黄春明啊、王拓他们，哦，李庄路他们那个时代写的那种写法，就是叙述文是北京话是华语，然后。对我是台语这种写法，我拿笔起来，1995年拿笔起来写，是那样的。一尾白写两篇，我投40-50篇哦，宋老师啊。结果我发现讲，伊迄我三个月投差不多几篇，20-30篇啊。结果也中未了，因为伊从四个月出一篇，才中一篇嘛。我呢，安尼上老师所以。我来出写，也有其实平等的啦，啊，所以讲像这财政少年安文曲就是安那，所以后尾就写30-40篇，40-50篇有啦，就等于就算，就拢用我讲的方式写，就是混用，然后后来就是写财政少年安文曲，然后后来再写骷髅桥，然后后来再写无悔感，就连续写3篇，那就写完，然后登在台湾新闻曲。但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注意到，我头拄仔讲迄个宋老师伊迄个台湾新文化迄个时代开始的这个文艺文化运动，他们其实越来越壮大。那我慢慢觉得，我、这个不能忽视哦，哦，所以那时候为了他们那，我觉得单位啊，单边文嘛，现在去逛嘛，林良密嘛，现在做怎样？哎，我发现说，他整篇都用台语，而且。越写越好像越来越可以用，越来越好用，而且每一个都非常厉害。尤其刚刚那个冷笑你也是这样，我的刚刚讲，我不写好像不行，应该要试看看，我应该试看。所以为1995年到2000年，这个我当然也得了，我都礼拜到2000年，就进来到2000年的时候，然后我就办了一本杂志叫《台湾艺文》，杂志里面有够，伊要100万，然后我就变无去。实在是做对不住，然后我就做这件事情，就是欢迎那个华语的乡土文学稿，欢迎台语的稿，欢迎客语的稿，就这样。然后呢，然后的底下的创刊的大会啊，宋老师也听起来，宋老师已经总召集啦，啊，我就是总编辑啦，啊，伊个听起来讲吼，就这总编辑以前，伊就北部咧讲，北部过来讲。吴长松呢？就是讲吴长松，伊甲我讲有20篇的台语小说要写，我就坐伫边仔，我讲那有啥
代志。你讲，哎，另外一个，啊，你来还我来得？哎，你那边翻一翻就好，因为伊知影，伊拖你，我都知影，你来还我来得。后尾我发现讲哦，我有换几种兵，那灯塔下就最有名。你俩一对照啊，其实你如果说你对小说研究有兴趣，你去翻那个台湾新闻学时代灯的那个灯塔下，那一篇其实好评，有一些好评。灯的那边灯塔下，跟我后来收在前卫出版社那个灯塔下的那一篇灯塔下，那是所谓翻译，其实是改写，没办法翻啊，没办法翻啊，我的翻我的力量，我是一个死的泥男，我翻不了。不过，那是九五年左右讲翻译一下，啊，内底当然有块对话嘛。因为台底有写着一寡农会总干事的对话，迄种做兄弟的嘛，啊，所以伊是台语。那在那个地方呢，我在那个地方，我翻过来变细的声少，就做者人讲就变细，写足好诶，即，啊，你讲爱讲个也是，还是，有人注意着讲，伊是孙台语的模范先生，咧做对那个写足厉害，就变了对，那是细的声少。啊、所以你若一对的话，我讲其实无啥共。所以了，我想我就感觉讲，我就感觉讲，那我与其这样翻哈，我倒不如全部就重写算了。哦，那翻译是有一点难度，但是那没有那么大的效率。所以我差不多翻两三篇了，我就啊归去啊，一边甲你编杂志，啊一边甲你写呢。做这前后的写，短篇小说的写，写较单来讲，写部分。你二十篇啊有啦，啊，陆续以这个整个出版社吼出两本的短篇小说，就家己嘛就出一本，陆续就出两三本的短篇小说，啊，中嘛够出短篇小说，迄大江水，啊，佮大日上，我认为家己写上好，应该是一本就是。两年，够我个，够我个。其实是，你若直接看这字是念，无我个。啊，张就作家个问我，我来讲其实我伫教会，我家己嘛是教会出来嘛。我迄汉字，台语汉字本来因为看这两字一定念够我嘛，然后够我字安尼，所以我想就是够我个，够我个。啊，所以整个其实这篇个主题吼。我感觉家己咧写台语的这个心路历程，我拖搞到这样子。那不只要有一个相关性，当然我无搞我这个故事写入去，但是就这个创作内底，迄个台语，我伫咧创作内底，我一直甲台语本身这语言的对话，啊，这个过程，有时候也有一些心酸嘛吼。其实这种物件是反正，我感觉其实咱台湾人咧正做一个出来。你在建立那个主人意识的过程，其实很多心酸。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上帝给我们的那彩衣嘛，我们自己不会去珍惜它。然后有时候取万朵下面回，那你行很万朵先哦，我们加工工啊做保鲜，我们保鲜哦，阿东阿姨科鲁做谁？所以我杀地的，我杀地的我往所在，我来家己就感觉做，家己感觉做不出，他来就歹。像我大学四年安尼，我就不爱插嘴啊。我想是卖安尼啊，就是讲，咱会使讲，咱家己有啥物件，哦啊，咱继续去写安尼。啊，所以我就伫这个国外啦，内底，就甲这个就是啥物件。像我讲伊国外，我想讲就是讲，啥讲伊国外就是讲，伊本地伊是一个，伊有一个心思。啊！伊无介意伊个形式，哦，啊！伊咧找找，伊咧找找一个新的形式，然后伫这找找的过程内底，哦，伊阁慢慢，然后家己性命化，啊！这找找伊在找啥？哦，可能我稍等一下，继续来讲，就讲，伊这个过程，甲咱即卖社会啊，是讲咱的迄个规个环境啊，是讲咱思想的状况，有一寡对应。是讲咱认同的现状，一个对立。哦，啊，所以伫遮，我想咱会使
刷来，我看人家下舞蹈各种问题要弄，啊无我就先第一个老师讲一下吼。我是感觉我调整心情，我调整感觉就是讲，我爱讲迄个夜色的故事嘛吼。我第一想讲，其实写这个台语的文案，伊写像咧初恋，就像伊讲七个封面嘛，七个有点像安尼，因为足侪人爱读台语的物件，是讲啊无物件通读啊，啊有迄字要创啥？足侪人的想法是安尼，根本都无物件通读。啊，所以即摆虽然无人咧读，但是就是敢爱初恋，你爱先甲写出來。啊，有一天当有人要读的时候，讲有物件通读。啊，无时啊，大家讲。啊，就无物件偷偷学，你要创啥？就像就一个，对，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观念啦。就讲像，我就咧思考这个问题，讲，其实像讲，因迄欧洲啊，因迄个民族文学吼，因个民族文学，其实因当初写出来时是无人看，有迄个时捌字啊，不是？啊，因迄物件写出来是没有写，其实是迄个时人其实看的不止。所以真正到足侪人看的时阵，可能已经过几落百年。所以同款，讲这是同款的道理啊。啊，像讲，昨下甲那个另外讲一件问题，就是讲，伊讲足侪人拢咧，咩讲，就是讲到这台语的文的问题，拢是咧讲文字，足侪人拢咧查文字的问题。就讲啊，这个字应该安怎写？这个字应该安怎写？拢咧查这个。啊，但毋是讲这种差无意义啦，但是我是感觉讲，任何的字吼，就是讲你来了去研究因个欧洲的因个民族文学古早，因一开始拼音嘛是无固定的哦，伊嘛是有人写安尼，有人写安尼。啊，就讲你来看莎士比亚的册，你看伊个字甲即摆用伊个迄个拼音嘛无同，有诶字拢无同，有诶是发音变啊，啊有诶是即摆也无要用伊迄个时写。就讲伊个拼的方法，所以伊嘛是会变。啊，所以讲其实台语文字到底写啥物种字，这应该是要安怎讲？会使去讨论啦，但是伊毋是一个上重要问题，因为你物件先写，啊，你物件写落以后，将来你就使去改遐。像日本啊，咱大家拢知因有一个因上古早的迄个书籍啊吼，诗集。叫做一个万叶集，万叶集来底写的字是啥物？完全是汉字哦。啊，像咱即摆，就讲即摆其实伊写字甲即摆本人写字是完全无同款，伊完全就是写汉字，因为迄阵啊无卡拉袂发明出来。哦，啊，所以有种伊日本有种叫嘛叫做万叶集，就是讲伊其实伊完全就是甲汉字一模一样的，只是讲伊少个音嘛。啊，伊先甲写落。啊，叫过一千年以后，卡拉发明出来以后，后壁人再去把遐字翻过来，变作讲哦，这个字就是咱即摆写的讲，啊，伊为何得字啊，还是得字？伊到尾再去改过来，啊，一开始写的时嘛是，迄个时嘛是放一个音过来种写法。所以其实我感觉台语文学的即摆情形就同款，就讲其实咱无需要讲去受过计较伊是安怎写，啊。而且即摆佫比以前较好一点嘛，因为即摆教育部嘛，伊嘛有定一寡伊个标准啊。虽然讲迄字无一定选了就好，哦，啊，但是安怎讲，伊嘛帮大家整理一个一套，就讲你会使用一套。虽然讲一套无一定较好，但是你至少写出来看伊个啥。啊，所以其实我感觉文字个问题是无可能无像大家想遐严重个，因为上重要是爱共。文学物件就是安尼，哦，啊，就像讲，我讲一个，讲像讲，咱看中文啊，你啊读较早的，比如讲《论语》你的时代，也是讲什么《春秋战国》的时代的，你就发现讲，伊有一个有的字拢是一个意思过来讲你，比如讲“你”这个字文，奴啊，有是有三点水点的你啊，有，哦，嘿，啊，伊是安怎写？伊写女哦。啊，是安尼写女，古早时代女甲男是同一个音嘛，所以是少音。啊，到尾来啊，感觉讲安尼分袂清楚，到尾来变加三点水出来。哦，啊，其实当较早的时候，伊嘛毋知要写倒一字啊，所以就少一个字来写。其实台语嘛是同款，讲
那即摆肯定是干，算是春秋战国的时代，对啊。伫台语文学来讲，就超越春秋战国的时代。就讲，大家写字可能无同款，但是至少你甲写了，写落以后后壁人就知影哦，这字就是迄个字，哎，才去用以后的标准来甲概括。我是安尼感觉，所以讲文字的问题应该是无一直无遐重要，重要是文学，就是讲咱先甲写出来。啊，而且我家己吼，有一段时间就是讲，我开始就台语文字以后，我就开始有时啊，我嘛写咧，我是无出版嘛，无投稿啦，我是写我家己的部落格。有时啊写咧，感觉讲这真正无简单，就是讲，因为咱可能咱受教育，咱拢算有一种华语思考，有诶字咱，比如讲你用华语来写，你感觉这足简足顺诶，但你要用台语写，是你毋知影到底要安怎写，啊你来想。就是变作你家己爱创作的，就是你家己爱想迄、那个，这字到底应该安怎写它？这句话要安怎写？安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讲，台语的那个中文调，这种写法，你弄那个文艺腔，比如讲，金光闪闪的，夕阳西下，什么鬼，类似这种，或者说灿烂的大对不对？灿烂的大道上，上面就这种的。你啊，看到这种事，你阁想讲，你要甲写做台语的时，我就感觉哦，真正有一点仔困难。因为第一就是讲，无迄个字，无迄个词啦。因为台语更，以前无人安尼写，所以你唔知影要安怎写。我感觉写台语文有一个困难是安尼，所以我感觉，就讲我甲学生讲，你啊无简单，安尼这种情形啊，阁会使写呢，有五二十几万，三二十八万，阁会使写到二十八万，你我真正感觉就恐怖。因为我写一篇五百字的，可能爱写，可能写一小时才会写了。啊，我写中文，我可能十几分钟我就写了，就差多侪，速度差多侪。啊，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其实就是安尼，是讲，你读这个练的过程中，你会感觉讲，这其实就是，代志就是看你要看到一面啦。你也是照你即摆即个情形，你也感觉讲无人替你争取啊，你会感觉讲，我争取到这个。但是你甲对面想哦，你是偷头一个种树啊，可能以后一片哪下的树啊拢是你种，所以你想要甲种做啥物，你要种啥物树啊拢会知你决定。啊，像咱即摆想讲有像中文的世界的，可能讲作者要帮你种树啊，啊你要种一类甲无同的，哦你着作你着感觉作艰苦，因为你找无，就讲有人讲有的词用甲烂掉了嘛吼，就讲你迄树啊拢大拢安尼。拢一直甲伊种了了，啊！你毋知影即摆要即句话要讲出新的公文讲袂出，所以说讲一件代志有两种面向，对啊，看你是安怎看啦。所以有时仔你会感觉讲，有人会感觉讲，台语都无啥物物件啊。但是你若倒面想来讲，其实这就是你创作，就是讲一个空间啦，你的空间都大，我是安尼感觉。啊，佮讲到。要讲到来讲，即个文学的问题吼，其实昨昏在讨论就是讲，其实除了文学问题，佫有一寡问题，像讲艺术的问题，就讲新的语词啊吼。昨昏在讨论讲，像河马台语安讲，对，就是毋知影当时安讲，啊，佫有像讲，我嘛毋知影安讲，啊，像讲长颈鹿安讲。对，所以这个大家知影，我以前看过杂志内底，云霄飞车边啊讲，啊是啥物？小巨蛋，哦，小巨蛋，即下听讲，我昨下看新闻，写讲小巨蛋写小巨蛋，你家己写来啦，你来报纸写来写，啊，佮讲，是，佮讲这种问题是拢爱思考的，我是讲你。你要用啥物种电脑？你这拢是爱你发明的，对啊，因为以前无人来讲，毋是讲台语无迄个无含文来写，是讲因为大家拢无用台语去讲这个物件，所以自然就无人去发明这个字出来。啊，你也要发明这个字，特别做方便。你也定定用，你会感觉讲你需要去发明这个字出来。啊，因为咱无啥用这个话，所以咱无想着讲这个字到底要怎写。但是你啊，全部的时阵，你全部拢爱写台语的时阵，你就发现讲，其实佫有足侪位你爱去想的。
就讲当时的你，当你要写什么字，你唔知影。啊，这有时啊，就是，我来讲一个，想讲中国古早吼，因迄西方来的时候，伊嘛是拄着这种问题啊，就讲民主要安怎写，伊迄个时阵佫无民主这个字哦，哦 ，democracy 爱是要安怎写，啊，所以有人就是直接甲翻译讲德摩克莱西，哦，啊就讲，欸，科学要安怎写，伊个时阵佫无科学这个字哦，哦，有人写赛因斯。对，他像这种情形啦，迄阵嘛是无字啊，无字要写，啊有人规日就写英语哦。你看啊，中文无效啊，这写拢无效，无法度写啊，所以有人全部拢写英语。哦，这叫什么？那叫做学和派嘛。伊有人就是讲，伊感觉讲中文迄阵无法度得着时代，所以伊也是造足侪运动的。啊，伫台湾嘛是起码有超伊个情形，啊是讲。你看哦，中国跟一差这个问题，到即摆我都话过，可能无到一百年，比加减一百年加一点啊。就是讲，其实因咧差这个问题嘛，才一百年前的代志。但是即摆你会感觉中文写这个问题物件做困难，哦，所以这就是讲，其实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啊。因为做侪人感觉咱着用用物件用惯习，咱着无想要搁着新的物件。所以变作讲台文，做侪人拢去，比方讲，甲当作是无意义的代志，有人是安尼想，感觉讲，啊中文就做好用啊，咱是安尼改学台文的，对无？啊其实啊，照伊个时，中国人个想法嘛，是安尼讲，啊英语就做好用啊，是安尼要继续写中文的，对无？就是同款个道理啊。哦啊，所以就看讲，即有时啊，我有种观念是变呾，大家变呾习惯，就无遐简单。因为咱拢是惯习，用惯习。啊，因当初以前，咱一定爱看平常，因为会晓英文的人太少了，所以你一定爱写中文嘛。所以自然你就爱去想说，这个字到底是要怎写出来。我感觉就是这种情形，啊，咱就是无去学习，无去逼着讲，哦，一定爱写台语，所以咱才会感觉讲，迄物件就无需要去研究。啊，其实你若研究，你会发现讲，毋是做袂到，是要做毋做。我的感觉是安尼，是你要做毋做，是讲，毋是讲台语就是天生就是比中文就是较弱个，㖏嘛无迄个讲法啦。中文伊个书嘛拢写袂出来啊，人即摆嘛拢袂切个写个足奇妙个，连迄啥物有一挂迄个哲学名词拢有啊，奇怪，有个安怎写啥物解构主义，啥物结构主义，啥物奇怪，拢有字通个写啊，伊嘛是家己发明出来啊。对哇，那你猜这物件嘛，可能在二三十年前个代志，就是讲，啊，想要甲变出来时，你个在足紧个时间，你嘛是来，就是讲，看你要去做，我也是安尼感觉。啊，讲到讲，就昨迄个前辈个迄个头家啊，伊在讲一寡代志，就是讲，伊即摆有咧考，有咧想讲吼，伊感觉吼，足侪人拢袂晓读书，伊讲台湾就是袂爱读书，讲找字。不是台语的册无人要买，中文的册嘛无啥人爱买。啊，伊讲伊想要来做一寡迄种图片，我是感觉这嘛是一个方向啊。讲其实，我感觉主要是内容爱甲留落。啊，到底用啥物是音色是无重要，到底是用字的音色，还是用声音的音色，还是用影的音色，电影的音色，拢袂要紧，但是重要的是，迄个物件爱先甲写出来。分享一寡泡沫都不要紧啦，我先用讲个啦。到时分享我的电脑，我的身板，我看下久，还是蛮好玩的电脑。我咧先回应拄只谢老师讲个有几点，第一个讲文字化的部分，我想文字化是正重要的事。其实很重要，包括文字化的一个标准化。当然，今晚这个书啊，啊，毛作者写，毛真有嘛，就作者拢会使去做来读。伊文字化相对，但是我对一个作家是讲文艺创作者来讲，我高估一下，就我讲先卖关文字化的迄个差别。因为就是讲文字化这条路的路线是有伊的。目标，伊面对是规个社会大传播
传播的环境，面对整个传播、整个教育的环境、整个社会大众的需要，所以伊本地化、本地标准化这条路，伊其实正重要。哎，伊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整个社会需要的大众，这非常重要。但是就是讲，伫这个过程内底，另外一脉就是这个，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咧讲这个文艺创作，就是讲文学的创作、出版的种种。这个部分的时阵呢，可能就是，咱先卖互迄个物件吓惊着，你要写的人先卖吓惊着。所以我也讲，我昨下讲的是伫这前提来讲，我对一个作家是讲，对一个想要转换的人，我来讲，文字标准或者就是你先卖抄较济，无你有惊着，你只要有惊着，我家己就是，我刚开始写的时阵。我写一篇，我感觉足得意的，我总算，我第一篇诗是啥啥，我写出来，我总算全部拢用台语写出来，四千几字，写出来了，提我看，你写这个唔对，你嘛唔对，我感觉足伤心咯，我讲奇怪，我好不容易写这个，我感觉刚刚洋洋得意，你知无？啊，去甲我讲，我这个爱用啥？当然，咱做细汉咧小学时，拢无爱用国行字，你知？结果我发现讲，小船咱写出来全拢红字啊，安尼啦，哦，啊所以落尾就想讲咧做这个文化运动啊，咧办十字，想讲即摆嘛，特别这个台湾宣传，我家己的十字。我就是主张，就是讲你拼音或者用用字，我是尽量去尊重伊啦。当然，这个问题愈来愈少，因为即摆标准化的迄个进展愈来愈快，就是讲这个教育部也好啦，是讲出。愈来人，大家考察出来，建设愈来愈快。所以即摆来写，假使你若已经有文化的基础啊，你即摆来写台语无要上好。其实我已经写十五年，比我十五年前，然后开始写第一篇台语小说，好太济啦，好太济，因为即摆已经你用出来，你差不多一趴两趴嘛。下次大家袂人有意见，我加加啦，一趴两趴有意见。我看到写出来二三十趴有意见。大家毛一点啊，连的都一点，我的你的的都一点，没有去有，啊那两批题，哎作贼一点，所以那一点是无好，就是讲，但是我们在推进的过程里面，很怕那种紧张的环境，你知道吗？有当时啊吼，咱就是讲，我这些会员啊，连一位会都无，啊无，竟然拜托大家来认证。即马野话尔，讲唔对啦，你这伤肥啦，你这，哇，来咧野正个野话，啊，所以我就想讲，啊，大家拢爱野，真爱野，对嘛？所以你当初咧做的休息，这是这么几年以来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吼，就是讲文艺化这线的人，甲这个文艺创作这线，应该是互相尊重啊，那就互相尊重。那当然，我们面对的对象不一样，面对的对象不一样。那文学、文艺创作这边，其实他面对的可能是未来的读者。假如我来讲，现在都讲像老公来说，个人结构，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处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可以写嘛，因为我现在去问我们的上一代，我们还有机会嘛。那些如果说把母语当作是一个种子，当作是经济，当作是切割来讲。咱进度可能加减收寡，我留我袂啦。因为我这台已经差啦，已经结束败。你若讲，阮爸母迄代，阮阿公阿嬷迄代当然结束好嘛。到阮这代就败啊，阮这代就已经开始要爬远啊，你知无？开始留我袂，啊，毋过加减搁我留啊，我切啊，我收起。所以，阮这代写文章就是咧，甲这填填的。对台语的文章真正宣布啊失败，哦，大家拢失败，大家拢失败了，
想起码给我考古学家也在看。哈哈哈哈哈。这嘛是无可能啊，嘛是无可能。然后就是这个教育啊，受教权，
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拿这个语言来教育，我们可以拿我们在这个用这个语言受教育，我可以来决定我们要用这个语言教育或受教育，这是我们的权利。哦，这个权利其实我们被剥夺最多了，我们被剥夺最多。我老爸一代上可怜，被剥夺最多的老爸一代。我老爸一代伊甲我讲啊，伊收啊做好个，伊收啊一百分，伊收啊比台湾人科收啊高一倍，但伊原本就低啊。其他的科目都给伊啊，伊听的就是外省教师在讲，拢听的。那其实这个就牵涉到受教权，不是只有语言这一科的受教权，是他各科他的受教语言是他不熟悉的语言，然后那个语言又是有乡音，他没有办法选择啦，听无啦，啊就听无，然后就安尼啊，当然我是感觉伊蛮小块感多啊，唔够低调嘛，低调嘛，我是感觉。也这样吧，其实说作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来说，我这样说是不会有错的，因为大家如果站，大家站的基础就不一样。啊，然后就是这个，当然我在做的跟这个语言文化发展有关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语言来发展我们的文化，来追求这个跟这个语言有关的、有尊严的，哦，要去展现这个语言本身的美感、尊严。认同种种有关的发展权，哦，这个是我们的权利，然后就是媒体的表现权，哦，我们有这个权利来在媒体里面用这个语言来传播，来包括是电视新闻、戏剧、戏剧，电影、歌曲、歌，非常多的什么，你透过各式各样想到的媒体，你应该要可以。用你的语言在这个媒体的舞台上面去表演一下，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讲，哦，规个咱的目标大陆，我所看到的这为1989年来以来的整个的这个文艺运动，然后做者文艺创作家，啊，包括像咧，啊，像我都讲到这些前辈，比如说一些作品，那差不多拢伫这。这个范围内，下骹努力，下骹咧拍拼的人是啥物啊？第一就是文字化的人，做文字化的人；第二就是文学、文艺创作、文艺研究、出版种种这些人；第三就是传播，这点我是感觉作秀，传播跟文字化的成果呢是不成比例。现在来讲是非常弱，你去看台语新闻的配置，配底下的那个。那个文字，那个字幕比不乱七八糟。以现在的文字的话，随便哪一派的文字化来检验现在的台语新闻的字幕，全部都不及格。你随便哪一套都可以，都不及格，它都不及格。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代志，传播新闻，台语新闻的配置，这是一点而已，哦，因为台语片。所有影片最近有几片已经比较注重了，他开始配一个大家比较共识，但是那个很少数，甚至你不用去谈说华语片里面全都台语的，他一样给你乱配，还有什么卡拉 OK， 不卡拉 OK 的用字乱七八糟，那明明人家都已经有一套了，啊伊的硬咧安尼，啊我就是我伊的你袂写我，我都唔知是安怎。这乱七八糟乱配，通常有字不是没字啊，哦，所以传播环境是这样最弱的，哦，当然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就这样看过去嘛，然后教育环境它不是一样不及格嘛，现在只有必修，对不对？那选修，而且还是国小的选修，国中好像连选修也没有，本来要说必修一节，就被删掉了。国小必修，国小是必修。那，啊，你要选哪个语言？这个也怪怪的。选哪个语言，基本上也怪怪的。以我所知的是，应该是要以区域为原则。比如说，这是一个以哪一个语言的区域为主的，你应该就是说，我就是选这个区域。像加拿大就这样嘛，哦，蒙特楼，他那边就是这一区就是法语区嘛。你进来了，你要去尊荣这个地区的母语嘛，你就以法语为第一优先学习官方语嘛，应该是这样嘛，而不是反过来说好进来。你妈妈是客人，所以你有客家话，你爸爸是俄罗斯人，你乱你啊，你知道吗？
整个这个歪动的两个歪意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歪意啊，你这个都有文件去看嘛，哦，这讨论性怪啊，这把中国主席那种衍生出来啊，你明明那些古业古业东西客家庄，你当然这个区域你进来的第一公文书就是客旅嘛，你还用讲吗？高雄是美容，你当然你在美容的公文系统你就是用客家话。我今天挂何科长挂 APP 都太过笑，我嘛是爱乐啊，我已经改写安尼嘛，去尊荣那个区域嘛，它是以那个社群那个社区，这是这个精神下的一个产物嘛，所以你应该是要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好，你说好，高雄是美容客家就是地方，那你其他地方你当然是何乐镇，你懂得你的公司台地，台地这地方，你就是安尼嘛，这教育环境很多，我觉得很乱，然后。基础师资，我长老型要求可以，那基础师资就很糟糕啊！你随随便便，你也不懂什么，什么都不懂，然后你就简单的考试过，你就要去教小学，这也不对呢。其实这个也不对，你觉得我们的语言随随便便都可以教吗？对不对？那你说我们没有学生吗？我们台语文系那么多，我们台语文系很多哎，台语文系的师资拿来教这个绰绰有余啊！结果现在台湾这些学生找不到工作，对不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啊，整个都乱了嘛，不用歪呀。哦，那你需要高等师资，那不用讲啊，你需要基础师资，基础师资又这个样子啊。所以为第二点后边这吼，我咧一个一个看咧，真的变作拢歪到几错，都乱七八糟嘛。然后高等师资。应该要有，但是这些高等师资不受重视，然后整个课程的比重不够，在学院里面比重不够，在基础、中等、初等学校的比重也都不够，所以它需求不够，所以让高等师资变成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基础师资他又好像关系好的就可以找到工作，我看很多是这样的，那所以我觉得这问题。这有做环境的问题啊，所以这些问题我在想来想去，其实政治上的争取，或者说政治上的运作，还有这很多人要投入，包含用字的问题、文字化的问题、文字化的问题，我来请问那些人想理解，因为法兰西学院，我来法兰西学院，哎，讲日本学，讲日本学康尼，日本讲要字汉字，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搞定，用这个安怎弄，你经过一个 process。因为这个电视啊，法国法医学院是安尼嘛，我记未，我着即个是安怎安怎安怎，这定义是安怎？哦，日本有本广辞院，咱台湾嘛是本本台语的广辞院嘛，对。你进来就是说这个东西进来就是经过一个 process， 甚至是官方半官方，反正大家一起合作进来。好，文字化这个东西哦，卖光那咸蛋还贼凶贼来着，那你把大家的那个咸蛋进来，我有办法做这个东西。然后从高等师资、初等师资，整个区域的公文体系，在政治争取上，整个区域的公文体系，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自己的区域的母语来做第一观光语？我这供条都沉重嘛，但是讲起来也很区域嘛，也很理所当然嘛。那全世界好像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台湾都觉得我好像这样讲好像很够浪漫的那样。啊，所以这当然就是讲，咱较注重的文字化、文学文艺创作、出版，啊，甲民众的甲青年开始啊，民众的觉醒，大家觉得说，我现在发现很多那种有志之士嘛，不读书，那大家讲，我要觉醒起来，我就我们这些平民，我这个当然大家我想在这大家拢是经济，拢是贱，那你是给一点贱。那你要处理，你要细节去养健。这个民众觉醒现在好像有开始在动，但就是说我较期待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架构之下，大家分工，大家来分工。那我当然就是说，我们做文学文艺创作，我们是尽量去尊重文字化的工的那个成果啦。但是就是说，在这个选择里面，我们也有难为的地方。你要知道，这一本册一页开我四点钟啊。
要多老大呀，开两千几点钟啊，我到过。啊，出版社跟路边讲啊，伊讲出版做简单，卖做歹卖。哦啊，这个吼，有当时我们还是需要去注意那个读者的问题。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作家跟写作人跟那个文字语言的学者最大不一样，我必须要去注意读者的问题。我必须要注意，就是说我出来的书，我用四个小时写一个 page， 一个读者用多快的速度把那个 page 读完。你要知道，他那个是有那个阅读的那个节奏感，我要去控制他。我一本册550页，你一个 page 先搞到七点钟啊，不得了啊！说，那个前面的那个刘小姐讲，伊即马是一点钟20个 page， 我就是要控制上起码一点钟你爱会使读10个 page 以上啊，是不是咧？因为伊读足济啊，所以伊可能才20个 page。但我是希望讲，你若基础的训练，你会使一点钟上起码10个 page。这是我要注意的事情，但是我要注意的这件事情可能不是语言学家或者说用他有办法替我决定的，你知道吗？这个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上的，我必须要对我的读者负责的。我一切越等你，开始越等你了。一开始我读到这啊，拄到石头，读到遐啊，去插耳钉，安尼我来烦恼啦。啊，当然初期一定是安尼，你唔免想讲你拢无学过，你有法度。我这本小说，像我咧读华语的小说，好好咧，是安怎？因为咱自国小就是礼拜六点钟咧学华语，较紧。我华语嘛是较紧，家己教了些啊。对无？咱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即自来我就捌讲到。我们已经花了那么大力气学华语，都觉得有时候读书那么难读，你不用讲说我们连一个小时。我这台是连一个小时都没有，他们现在是一个小时，你能读多快？那你当你又是被跳过的那一代，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被跳过的那一代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你只要把它补课补回来嘛。还好是因为我们补课的时间不用太多，你按家己样讲嘛。哦，我讲法，我听过做者讲法，有人讲四点钟，把迄个罗马兵学。学下落四点钟啦，有人讲四十点钟啦，我搁上侪嘛四十点钟尔啦。你要开一个四十点钟，你甲落啊拼音，甚至伊个调啊，甲落啊转调，你甲二，也是只有40个小时啊。那我自己是学4个小时左右而已啦，我没有学那么久啦。我就因为被吓啊，我就哇，好迄阵啊，前面讲要作战，要上战场，我真在杀杀我的敌啊，啊，得一边吓一边饿啊。啊，当然，你读的人是愈轻松嘛，你嘛是哪读哪好嘛，哦啊，整个出版社嘛，做整个学习的教材啊，网络也有，大家都来，都去40个小时到40个小时，这个是民众觉醒的部分啊，我们自己要学的部分，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民众自己，因为现在很多事情要做，哦，要列出来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这大约关系到这个文字化，啊，甲创作，这个整个的这个，我看啊，差不多是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分工角色不一样。比如讲，我这本册出版了两公的用有声书呢，小郑跟你买讲，我做起读者我留言的有声书，我先讲电子书我反而先买了，因为电子书搞酷毙。欸、我说真的，我发现说那图书馆，我跟你说是有人多吗？你不知道，大家图书馆都在借人钱的啦。啊，图书馆有人借书，你知道吗？啊，当然他说我就靠他，书在那边啊，你知道吗？啊，他说四点三点钱的啦。啊，我一夜四点钟的，对吧？他那种，他那种很痛苦。啊，但有声书我就觉得不错，有声书不错，但是咱的写得较慢。有啥物啊？你若讲会使接受，咱嘛是在讲起啦。啊，那我们就是说，有声书也是一种方法，啊，用 QR code 啦、APP 上面，其中是啥呢？当然有时间，我们再去。
就谅解了，然后大家在讲，哎，其实台语文学本身，它已经进入一个书写的时代，它已经不是只有对话，不是只有说我把录音机，我把路边的录音机，在机啊头的录音机 copy 落来，啊，甲我 print 以外的迄个文字啊，变成干安尼尔，一开始已经进入一个书写化，那个已经真空的，它已经有那种真空了。他已经不再只是我手写我口而已，我手写我口作为那个文学艺术的一个 principle 来讲，已经无遐尼强，不是那么强大。对我来讲，就是安尼啦。你讲话啦，讲我手写我口，是因为我手必须要写我口，所以我用台语来写。但是文和文字不是单单遐尼，我要有我手写我口能力，但是我不能只限于我的手只能写我的口。文家物件就是安尼，你去看遐，你去看华语的文化、英语的文化、华语的文化，你甲看，其实都已经脱离口语化。它越精致的东西，它脱离口语化越远啦。你乔埃斯的物件，它口语化很关呢，对不？但是我来你想，乔埃斯这种风格的迄个现代文学作品吼，我说不定会被笑，讲党都唔听你讲话，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就是说。四月有专攻，术业有专攻啊，你知道吗？我们在思想，在抽象思想、抽象情感这些东西上面，其实文学写作者他关心的跟语言学家关心的，他就不会是关你一样，你关心的你一样都在感化。你看，你喜欢乔埃斯，你喜欢那个沃夫，哦，演过沃夫，你喜欢沃夫那些。你若像沃夫安尼写台语的时阵吼，你写出来你有可能骂讲你没有口语化。你看沃夫的海浪，你看黑浪像口语，完全不是口语。那所以，但我们要有能力写口语，完全承认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口语绝对要写得很生动，要有能力写得很生动。但是文学不能只限于我们被那个被画出在口语这一块。我问你讲这样，公告能做够安稳？但是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 position， 站在这个位置，我就一定要这样讲，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跟人家不一样。我们是做的是文学艺术、文艺跟文艺有关的，就必须套文艺的入口要去发了，你懂那个文艺的法则，有一挂文的规则你要去遵守。所以应该就是讲文艺化、文艺化，伊嘛讲口语的文艺化这种。文理化甲文学，哦，这咱互相爱合作，爱合作。啊，这就是，即摆当然是因为大家已经吵翻了，很简单啊。我咧想就是，我看就是。我即摆讲一个我家己的迄个罗马尼的心得。因为我当初讲吼，我是无夜深时一开始是用这个怎样讲？我们是西国，其实我感觉有时也是，讲有人感觉迄种歹学，有诶离我到即摆，学讲法度标我做标准，除非我要去查字典，哦，所以我感觉讲，平均是四小时甲四十小时拢可能啊，但是我毋知迄个所以学起来诶意思甲填啥物结构，就按英语话字，咱可能看着嘛比较了，但是咱可以做着足久啊。啊，你讲迄个平均你敢袂了，敢嘛是？你去无啥，也无啥做。我感觉是遐，就讲会晓甲袂晓，又中间有足快个空间个，对啊。你可能你会使认只个字母，甲你会使讲大概写出拢都标准，可能够一段时间，但是无应该是无遐尼难，无遐尼困难个，对啊啦。就是讲你看着会晓读出来，大概学教下就好啊。我是安尼感觉，无需要学教讲。你写出来，大概拢写得对，因为你中文你有字嘛写袂出来。有些你中文要写的时候，你嘛不知要写。哦，但是你直接看着册，所以你知影这字是啥物字。我感觉咱罗马字啊，甲这程度应该都够。啊，所以讲，我家己的感觉就是讲，其实，就是讲，怎样讲？因咧日本时代吼，因咧卡纳发明迄个背景。我看做侪讲法，啊，一种讲法就好像伊讲，以前咱发明这个卡难啊，伊就是讲，你靠古早要写情书啦，哦，要写情书，啊，伊无跟伊写那个汉文无吧，
因为古早读册拢是汉文嘛，啊写汉文就感觉足奇怪，啥物知乎者也了，反正写清楚来就奇怪。啊，所以就开始有人咧用汉字去写，照迄音去写迄个伊日本话，哦，伊个卡纳是为安尼开始。啊，到尾就借力慢慢用古语话就知影，啊，用以后慢慢变变到即摆即个。啊，我讲台语一个，肯先天来讲一个较困难的位就是讲台语的发音真正无简单。但我学过的语言来讲，虽然我落一点仔啦吼，算落即侪拢是同安尼个，就讲英语啊，法文也是，也是日语啊，迄甲比甲台语比起来，台语的发音是真困难，因为台语佫有七个声调，哦，啊，佮伊佫会变调，但是上恐怖是会变调。我讲上恐怖是会变调，啊，你若无讲变调，你佫感觉还好，但是伊佫会变调，所以有人会火起来啦。我到底即个字，你安尼念啊，写成到底是安怎写？所以客户人会卡在遮，伊无想要去学。啊，我是感觉就是讲，我讲我家己的迄个经验，就是我的想就是，一开始我是用西班牙，啊，到尾后就慢慢学的时阵，发现讲，我就去试嘛吼，就去比迄个音啦。比如讲，伊讲这个音是三声落啊，啊，我就想讲，另外这个字，甲伊个声甲足像，我是安尼比的。我到即摆嘛是用这个方法，比如讲我这边写字的时候，我咧先写出伊个音出来，然后变一定个声调，就是去比一个我较熟个字，比如我知影这个字准是二声啊三声，我比我甲伊差不多个，就是应该是啥，啊基本上安尼拢会对啦。所以嘛无讲困难到迄个程度，只是讲咱就是爱有这种怎样讲，就甲咱学英语也是要中文同款，这嘛是爱练习。是讲，无计讲你讲无练习，你讲我今日看到拢会晓，物件拢是爱练习的，就是讲你要练习偌济尔，啊你学到啥物程度，我是安尼感觉。啊，有人程度较好，有人程度较歹，啊不要紧，反正咱直接看有就好。我是感觉较看有就好，因为即摆讲，啊佫无需要讲大家拢会晓写。啊，讲就讲台文的迄个汉字，其实即马算是较稳定啊咧，因为大部分足侪人拢是照迄个教育部迄个，哦，啊你若讲有人感觉讲啊罗马伊伤骨啊，你会使想个汉字，我是安尼感觉。啊，但是上尾啊，你可能嘛是爱学罗马，我会感觉较个，就讲你中文你嘛是爱学注音符号，啊无你有只你毋知伊边啊写，你伫字典毋知边啊查，啊你要甲人讲讲，我要讲伊个啥物，你讲个时。你也袂晓，你即摆会使用讲的，你用讲袂要紧，但是有时仔你要用写的时，你写袂出来，写袂出来的时，你无法度，比如讲你用书信的方法去传达你的想法，讲我即摆要讲的是啥物代志，你写袂出来，哦，所以嘛是，我感觉上尾啊，你嘛是需要用迄个罗马字，啊，但是像即个学长伊的册吼，伊大部分拢是汉字的，所以其实应该是无遐尼困，啊。汉字来讲，即摆嘛是讲差不多有一个标准出来，慢慢慢，小可一寡字大概无啥确定，但是标准差不多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应该是无遐尼困难，看久应该是，我会感觉是。
哦，就是咧讲吼，即、這个、哦、我怎有小可讲过，啊，因为大家人拢讲听了，感觉足真、足真遐，所以我去讲一下好了。就是咧讲吼，其实咱咧写小说诶人，就是咧回答，这边吼、哦，就是咧回答即、這个我对倒位来问题。其实我上早诶时阵吼，我上早诶时阵写迄个《财神少年》拢写诶时阵，我嘛是咧找即个问题啦。就是讲，因为我是住伫即个茶山厅诶囡仔嘛吼。啊，所以我你看这啦，这有点啊，好厉害。阮家里这啦，伫这所在，这真阳港，这跟我讲的，这是用真阳港，因为罗威尼左轮军港，这是1630年的，1630几年的迄个荷兰的古地图。啊，阮家就是这大包山的山下，就是阮家里。啊，所以那其实我当阵在找讲啊，到底咱的形势是啥？我家己在找讲，我家己的形势是啥？所以这是基本上是在找寻身世的一种过程。啊，这个小说其实嘛有小种味道嘛，它其实就是在找寻一个身世，而且找寻的形势对。啊，迄当阵伫个写《财产上两种寻》，我来找讲，我来想讲，我的这个外形是到底是啥？啊，结果听到的拢是像这种的，就是听到的无啥欢喜就对啦。就感觉讲还真悲惨啊！我找到就是第一就是像你道歉的迄个故事啦，啊，就讲哦，这查创下做者就是海盗的后代，这不就是嘛变海盗的后代？啊，我阿就袂做准，因为海盗吼，你讲这还惨歹，剩下这个汉奸还惨。哈哈哈哈哈！心慌了，可能。啊，这个哦，我那鬼怕多火啊，对啊。但是你唔在边看，啊，所以咧就哎，唔过伊这讲的吼，我刚刚我比较遗产，你知道吗？伊讲哦，明朝都督于大猷啊，以特害产林道乾。我就是讲明朝哦，林道乾就明朝害产嘛，甲严思齐因的嘛，反正。政治观念啊，个政治拢用，其实你拢用着是迄，其实迄段历史是足精彩吼，迄段历史是顶个在拍足侪电影啊，而且足侪小说。啊，伊讲吼，迄林道乾就互迄个于大猷即个明朝的海军的将军吼，小整证书，道乾战败，战败，啊，伊就人咧船咧停伫个打狗山下，就咧停伫个。就伫迄大高山下边遮，然后呢，伊行过来啦，就是遐海产听讲明朝的人过来，所以就掠迄山脚的番，哦，用粗的番仔花，粗番的花，啊，佮用石灰啊，去烤遐船啊，你家遐船啊修理遐船啊，哦，就是说用那个当地土番的血跟那个石灰。来修理他那个船就对了，海盗船。然后呢，然后呢，因为现在翻呢，我都我现在抬嘛，啊抬个糟了咯，啊所以遭遇阿高拿下呢，这是一个重要资料啦。那其实吼，我咧找找个伊的这个跟家己有关的这个情节的这个过程内底，我感觉做不准，想要做不准，因为规个打狗屏的。对各种企业领域完全几乎完全没有文献有说这200年来有那个马卡道主活动的证据。大家用啥？各种是搭告，搭告一些东西，也一人家族来对，也是一个公益的西拉雅族的一个雅族，就马卡道主的一个社叫搭狗社。那搭告这里，搭告这里的电脑来一起，黑人的是讲。大高山上，大高山黑人就是，你看他在做些电脑，啊，所以应该叫大高山。但是我伫文献内底，我早期初早期我完全找无文献。哦，即摆有找到文献啦，但是这個文献对200年的高雄、高雄地区也都没有所谓的打火社的东西，也没有马卡道主的一个活动，很大的一个活动的遗迹。啊，所以。我就感觉很奇怪，但是我找到这个，我感觉很可怜，因为
因为这个人家有讲到石灰啦，讲到石灰，那个确实是，因为我也台女就在那个小庄开采那个开采水泥，而且我伫荷兰车城日志哦，那个是荷兰的那个在安平的那个长，他们的那个事务员记的那个荷兰车城日志哦，伊伫荷兰车城日志有写到，就是说他一大早派了一艘船载十几根木头到打狗，然后呢，下午呢又从打狗载石灰回去安平，也就是说在荷兰殖民的时代，他就以种石灰的这个资源是被广泛的知道，所以我看了这个很少的其中一则的这个文献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上面这可能是事实，因为我捏造的东西很难有细节，我来说这种就是在文献上面它一种细读法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他讲到石灰，他讲到石灰它的可信度就很高，哦，也就是说很真的是这样。你跟我头讲不准哦，我讲不准的所在就是讲哦，你会感觉讲哇，卡输跳一个原住民，第二原住民，卡输那是咱的祖先啊。结果是安尼吼，那些吼外来的那个侵入者安排时间，那我们手上资料很多都这一种，做不准。结果呢，我加那个时间的关系，我无得。结果我伫《热兰遮城日志》呢，我看这吼，我就跳。因为《热兰遮城日志》有写着，其实原来迄个所在啊，伊伫荷兰的人是安讲叫打狗野啦，对，打狗野人对。那伊个打狗野人就是在塔卡里昂社的，他塔卡里昂社吼，我们在读文献吼，尤其在读那平埔族文献，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他某一个设在哪个地方吼，他不是固定的。那平埔族人他是在打猎。有根，所以他有时候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在那个地方，有时候又受到侵略的时候，他会慢慢移动。但总之，他是在整个高雄平原这边活动，是塔卡里昂小的。那荷兰人是叫他们叫打狗野人，对不对？打狗的鸭人，鸭子人，对不对？我爱有记得这条呢，伊记得是讲1634年的四月二十一条，就是讲海产留香啊，伫个本月份。十四日了，他已经离开打狗，又说他们因为上岸取水，就是流乡这些海盗上岸取水，与野人发生冲突，约有二三十个被野人杀死。我哎，我头条我出手，有啊，哎，我比我漂亮一点，哦，对不对？我们不是只有失败那一面嘛，我有漂亮。哦，那当然很多记载，那荷兰人哦，他们西方人在记东西哦，伊家己做唔到代志嘛，记要做全真。哦，伊叫伊晓得1636年哦，伊安那去灭掉南美哦，然后下次修船哦，那几条都是什么，或者是下这个代志。啊，所以伊那记的物件差不多拢会相信起来，你只要搞些一挂形容词啊，然后他记的事情基本上你是可以相信的，然后荷兰真的是记的东西。所以伊家哦，伊个来讲有些贝尾文啊。哦，就是曙光带十一个人伫遥港就在超过现在新达港那附近啊，罗定那一带，在遥港那附近遇到200个野人，装备长枪、盾跟砍刀，哦，假派，所以其实那个族群它是活动，而且它是非常的活跃的在那个地区啊。然后12月的时候呢，荷兰人去讨伐那个塔里亚，哦，那他有记载啊，这个村庄位于。台湾就在安平，现在安平的东南方大概12到13海里，一海里到1.86公里左右，古荷兰里差不多1.9左右，所以差不多在安平的东南方差不多30公里左右，啊，你讲省的差不多几万罗店、拱山遮娘、跟南阿坑遮娘，这一带，我们在这一带，有400到500个新南人。会同500个荷兰军队去讨伐塔卡里昂社。哎呦，我一旦遵守这种代志啊，我就会有分化，然后会有亲荷兰军去讨伐那个，我就会有这一种策略在运用。后来，结果这个村庄被化为灰烬，哦，这个就不准了。你被那个殖民者军队又黑掉。所以，有北京文献就讲的。
伊有袂少文献咧讲到这样代志，哦，啊，佮伊讲到讲，所以，但是所以从这些文献你会发现说，事实上可能他原来有那边有人，对不对？就伫我讲迄搭到迄个时候，还可能有人，不过迄个人有赶走，然后伊走一堆，到底走一堆，哦，伊走一堆，哦，啊，就加些文献就是伊人家就记落来，伊口述历史记落来，伊就讲伊。关键做叫做马卡道的人，然后我们这一组是马卡道人，啊，伊就讲原来甲迄个台南迄个所在边埔啊是同一个祖先传来，啊，伊讲伊较早呢是徛伫个凤山这中心的边缘，啊，佮有古城，较早是放射下来故地。那我看到这个就很兴奋，为什么？古城迄所在就是我即摆徛阮家遐吼，阮家伫内围边个古城。啊，放射的对，放射的伫个，放射的伫个什么那个拿冰，哎，所以它不是不见了，它是什么迁徙？所以后来呢，普遍来讲，哦，像北高的某个两嘛，也讲哦，这个有他们的迁徙，这个也是也讲放射，也讲放射下，就是这嘛是伊人家去记着的口述。原来居住在南阿坑甲古城附近，后来就跑到棒社去，棒社、啊。所以这几个口述的证据让我很有信心。那、啊、后来当然很多人类学家从语言学或者说从那个从一些口传的遗迹里面，他告诉我们说，马卡道族打口社这边的人，他不是消失了，他只是怎么样迁徙。但是他迁徙到哪里？他就迁徙到屏东平原，变成凤山八士。凤山八士，所以我是讲，就算的那些，诶，迄个主角的背景就是设定的，有一个人，啊，伊就是凤山八士的人，伊男主角，啊，伊甲搭伊就一个台南的西拉雅查某囡仔，啊，两个人产生爱情，所以。我就是用安尼个想象，在这个架构里面去想象那个故事。那当然，这个有没有我自己的那一种，我选择要做一种认同，其实是有。哦，这其实是情况。那凤山八社位于屏东地区，今麦的平埔族嘛，你板金对应重点嘛，板金里面的凤山八社，那是利利社还是万丹社？哦，上淡水社、下淡水社。阿高乡、阿高、阿个棒社，真的是又背一下啊！那个就是马坎道主。那我们这个地方的，我在卡地亚的所在的那原住，它是一定有的，而且还有什么小溪背种，还有桃子园遗迹，我那是有人的，还有文献来底下有人的，那拢无去啊，就是遭遇。我以这个文献来看，遭遇凤山八社，遭遇凤山八社，所以。迄、那个寻外，迄个在找寻他那个遗迹的那种，其实有一种焦虑感。我看了这些寻他那个焦虑感，才比较没有那么焦虑。哦，那为什么我会说那个到焦虑感呢？其实这牵涉到一个认同的问题。因为我刚刚讲哦，祖先人哦，加这是迄个龙的传人，加迄炎黄子孙哦，我就感觉哦，以前古龙也说话，因为我就是说哦，好像不是这样。那演员迄个物件哦，伊就一直灌输落来啊！我较早吼，迄个十月份哦，大家拢很快去跳民族舞蹈，我得跳迄龙的传人，我细汉哦，我去跳迄阿个，捌去廿白啊无？四海同心，什么联欢大会迄无？啊，哪讲跳了什么口号？你阿顶个是先白啊，阿就坐咧看台。啊，就像国家，迄种，我、哦、迄玻璃感够大呀，疏离感够大呀。我连高雄，主持人，你拢连真卡嘛？你讲迄物件，我真正，我真的觉得好像离我那样遥远啊。啊，所以慢慢，我觉得说这个地方，其实在我在认同上有一种焦虑。我会高高大来，因为焦虑不是只有这种认同的焦虑。我讲一个故事，你即马时间够。阮遐哦，就是我咧问阮阿公因啦，
迄、那个来源迄个所在啊，去问讲，啊，阮这个所在有啥物历史无？其实我想找到那种比较看有没有美丽的传说哦，我被吓到文哈。结果啊，伊也讲，哇，这我无啥在乎，伊问你庙遐，你来位庙，你来庙来位庙，叫我问来位庙，我你问过嘛？我好，叫我来问来位庙啦。伊讲有啊，阮这有一个故事啊，我听啥？我讲你听个吓煞。迄个故事是啥呢？迄个故事是讲较早，我咧来位庙，来位庙就即卖美术馆，后尾红吞平伊，来位红吞平伊，我来落尾变美术馆园区嘛，但。我自细汉到十岁，伊是有水，伊是有水。落尾因为迄个工业废土拢无管制，一直倒到拢无去。啊，即摆我拢徛伫迄个内围边的边啊，啊，着看人咧囤土。啊，即摆吼，现在囡仔咧人唔知嘛，咧国抛三年之前嘛，有人咧囤土。啊，边个大人？我咧讲，做咧起迄个水上乐园，大龙水上乐园。哎，我开始传了，我来去破镜，去来吞，对啦，无汉夸张，但是我们真的听到那个传说，好像要盖乐园了什么。结果完全拢被那个工业废土把那个我们细汉就伫遐内边走跳嘛，你知？啊，布那个水莲花、布袋莲啊、吉拉米啥物啊，啊，迄个我拢伫遐所在伫遐咧佚佗的，我拢吞落来，哦，来。所以我对台湾历史的感情，有一个足深的感情，感觉咧有一个时代在里底，对吧？我们一个小一个小孩子时代，整个时代都在那里面，我们要把它写出来。但是它就不见了。啊，然后等于，我等于去问那个庙啦，我也没有讲来讲。哦，对哦，台湾遐哦，在台湾比较早呢，比无边境，完了无边境，哦，无一年。我啊，倒一年，我啊，我记不出来。然后有一年了，足久以前，哦，大概就是什么嘉庆年间那种，对啦，啊，嘉庆啊是天亮迄个时代了，对啦。啊，若讲吼，迄比无平静，哇，天死足侪庄仔头的人。啊，拄仔吼，有一个外地来的乞食，外地来的乞食，啊，迄个乞食就是讲，又无人食，所以。流浪来到来维镇，哦，结果迄个乞丐做好心，然后呢，庙内底讲咧无平静，请就啥请示王爷公，王爷公讲爱用人来做，爱用人来做，爱就走去找迄个乞丐，迄个外来乞丐，外来乞丐讲好，伊要当做迄个医生变态，然后呢，就是迄个来维庙，迄庙呢就搞迄个。真啊好大，家家户户的古话，讲咱即马为来为你无点钱吼，咱来哦，讲起，今日来这样话来来做，大家去比一比一头，那个大家比一头。哦啊吼，但是呢，咱只四十户，大户拢啊个饲外久，哦饲到几出出，可以在线的迄、那个上后的日子呢。来搅拌，用这乞丐的饲养搅拌，落来搅拌，啊，咱来饲，哎，哦，咱做一个工厂，我听做工厂，哎呀，哦，啊，所以就为了现在这个，啊，时间规足足，拢人老甲甜起，来维个第一头。我讲我，你敢搞讲这个故事，我想要甲你对你谋杀，你知？我把这个故事我现在就去修缮了，因为我刚刚讲哦，这汉人留下来的故事怎么那么烂？这是那个，那啥乡土，那什么，黑头红抹黑掉，然后就是那个好像是殖民者会给你的那种烂故事，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看你台湾人就这么烂啊，有没有？都杀人啊，你都没办法啊，你知道把自己的人拿去祭啊？我说我得活。我反抗到好厉害啊！我听这個故事，这个引领的较好报呢，动作这個故事个动作好报，不知前头的。我这是什么？足见笑的这故事，一见你去搞动作先，讲啊讲，哎，讲顶个吼，电视的采访我嘛是讲。那重点不是说这个故事，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问题是你那个面对那个东西态度，那态度很有问题，你知道吗？哎、欸，那我台湾代志无，我那见笑死啊！我们在那讨论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对外公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结果他在讲他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哦、这过去的例子要反省什么？一见开动工，你看我大有铁，那种大有种猪逼，那几乎肥肥，嘴巴肥润润，还是因为安尼，这些功德，我肥的我讲那是讲。这个文化是一个苦业，我感觉我是一个苦业的人。我觉得在认同上出现一个重大的对来讲重大的冲击，你知道吗？我们那有时候在寻根，寻到这种东西，那怎么办？寻根啊，哇、哦，那很大的考验呢，你知道吗？对啊，所以的确，我觉得很难。所以我就觉得汉文化这个啊，对外来讲第一个它就很遥远，第二个呢，它非常，它有时候是非常有那种残酷性。有的人就残酷，我那看见足侪故事啊，迄个台湾机啊，迄个炮机啊，我一头拢看文化最残酷的那一面，我靠，台湾机啊，哇，我咧讲，应该应该研究台湾机啊，那个汉文化，哇，所以我就觉得我是做这种认同，我就疯掉了，因为咱那个咱这温透文化的那个记录的那个诠释的过程，他对这种的。所以有这个的话，我敢问这，哪里我敢这还啊？哦，我敢问，所以我就我的一水的林妈咪讲过，你知道？我讲过，过了人家知道讲过。哇、哦，林妈咪实验室讲出来，我真正是一个中国北方汉人一种学者。哦，一讲出来，我刚刚在这过年一讲，然后背起来高兴，讲出来应该高潮不得了。我没有特别，我没有特别。啊，我讲出来吼，你妈你跟我讲，歪染色体啊，跟那个中南半岛、辽阔北部一点的族群的血缘接近，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南岛那边的血缘。哦，啊，母系那边也差不多，就对了。所以我们不是讲什么，干那登山讲无登山嘛？我跟你讲，你公阿妈拢是，你跟公阿妈拢是南岛了，你知道吗？那更进一步去讲这件事情。哦，这是以后话的那个结论的摘要对。哦，好啊，这就是这以后话呀，我直接讲，这以后话报告，伊是利用那个啥组织抗原基因型啊，组织抗原基因型的 pattern 一只 B 对的对啦，对对的啊，伊安讲，伊迄红色的啊，甲青色的遐，我就是讲发生伫迄个地区较关闭的，甲你相共。啊，蓝色的啊，是讲较无色的，就是，还是较普色的，就是，迄个比例较低的。结果遐看来啊吼，六个 pattern 内底，我讲一个 pattern， 就是讲甲规个中国大陆一边的可能。相似性有，但是那个也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啊，整个从南岛到中国大陆北部都有啊。我讲是这样，整个从澳洲到蒙古平原、蒙古高原都是嘛。那其他的呢，基本上都跟中国大陆没有太大关系，跟欧洲还有点关系啊。哦，跟阿拉伯半岛有点关系，跟澳洲有点关系，跟澳洲有点关系。哦，所以这个物件是。这里也是在讲啊，迄较早什么炎黄子孙啊，龙的传人，我来讲哦，那更是有点差。不是只有原住民哦，我跟你讲，连你那后住民都一样。第三个，我跟你讲，你那个真的是从那个中国北方来的，那血统真的很少，真的非常少。我跟你讲，真的非常少。你家可能会中了半岛来的，真的很少。你什么炎黄子孙那边皇帝大战蚩尤了？因为上啊，林瑞敏教授说我们都是蚩尤的后代。所以我来讲，这个为什么很重要？这个其实还蛮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啊，以这是一个科学啊，我请说人家公认啊。他那个科学是说，我们人类的起源是在东非啦。那东非的时候，他有一个血裔，他们有一个基因的 pattern， 他是从东非那边有一个原始。然后人类的迁徙就是从这个东非沿着海岸线，有的往北跑，有的往南跑。你去想象，就是世界嘛，它
跑到阿拉伯半岛，跑到红海这边，非洲的南岸这边，他从这边跑进去，有的沿着那个尾顺这个阿拉伯半岛，走去印度半岛，佮尾过印度半岛，佮走去东中南半岛，尾佮一路走去海岸线，走去朝鲜半岛，啊尾，这当阵只两只尾走过台湾，啊尾是先走来迄个印尼这边，到去菲律宾这边，走过台湾。也是讲，这也是一个市民，毛可怜嘛，最近是好得十块块。总而言之，就是说，整个人类起源在这里，它是这样往这边跑，哦，就是说，它的那里医师的那个研究是大概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被灌输那个东西，被灌输那个，其实它基本上是一个谎话。那我为什么会说这个蛮重要的？对我们台湾现在各族人其实都还蛮重要，为什么？其实，关键是这样，这个不是说哇有这个血缘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是血统论者，然后我是血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起码比如告诉你说，我是要去戳破那个炎黄子孙啊，你懂得传人，这种认同的神话，这些是用神话，你知道吗？我们从小被灌输这个神话，灌输到非常痛苦的地步。神话跟认同是有关的，我们因为神话而认同。马林诺斯基的功能学派神话，人类学家说，我们是因为神话而活着，我们受着神话来指导过生活，面对未来。神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挥指导生活的作用。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认同底下长到那么大的。然后你可以，你可以讲这，他其实他一个神话背后灌输给你是整个汉文化价值体系，然后一天西啊，你得看他做。他不知检讨，你知道吗？一台西一个外来客家，伊袂感觉讲见笑。这是这神话背后的那个汉文化，让我们非常深的透觉。我讲哇，足见笑了，对啊，你讲这中国北方汉人足见笑啊，对啊，因为他没有把这个见笑，他是给你好像一个很虚伪的东西。好，那是。那当然了，就讲我好了，因为揣着那个林玛丽，我还有报考了，哎，还不错 ，OK， 当打狗眼。后代，我是中南半岛聊过来的，也马上没办法看一下那个中国北方汉人来，你知道不？因为那是整个南岛嘛，那一光那光南岛就是，就差不多这个区域啦。一那个美洲尾块就点过，整个南岛就是这一块，就整个以太平洋为中心画了一个大菱形，西边到非洲东岸，东边到南美洲的西岸，复活节岛那一带。南边到纽西兰、澳洲的南端，然后是整个大洋洲，哦，这是所谓南岛的区域。那张宋老师说之后，我们宁可当那个太平洋的子民，我们不爱这边的中国北方那个龙的传人的，对，那个想象，其实我觉得懂掉的时候，其实认同这个事情是可以想象的，是可以选择的。我会跟我去做点我们这样，不是说我们是一个血缘论者，不是这样，而是说血缘去戳破那个神话的谎言以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认同，然后这个新的认同是把我们投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后住民，大家进来那个新的那个想象共同体，我是做期待哦，你这个想象共同体来对，得到越来越多人支持，你就不会被那个很虚幻的那种。声音，炎黄子孙啊，龙的传人，迄种枷锁哦，捆绑，迄种足艰苦，迄种足艰苦的。我来想，我来寻根，我寻到那种东西嘛，我看我那种东西，我干完，对我讲，我改一点关系都无啦，我刚划清界限就对了，划清界限。他说我寻凶手直接改划清界限，改划清界限。你讲，你卖个搞讲我是汉。讲到我感觉做沉重，我一想到我的汉人，我感觉要死啊！啊，所以开始找找，因为他这个主角他过去就是当成他自己是汉人，就非常痛苦，然后他去追求他汉文化里面那些东西，高水准文明的东西，结果发现充满失落。我要跟个幻想那些官司的纠纷，他就开始往南方跑，往台湾的南方跑，台湾南方。我然后呢，伊走了了，换一个失踪的少年，就是失踪的迄个主角，是迄个马拉道士的。
一个青年，哦，啊，这个青年因为过去参加政治活动，啊，甲迄个一挂抗争来已经失去消息啦，哦，然后呢，伊阁发现这个批示，这个青年，伊爱着一个西拉雅族的查某囡仔，然后这个往南方逃跑这个人就去认同这个马卡道族的青年，后来发现自己慢慢变成那个马卡道人。其实他呢，他的故乡就是叫华南族。其实原来他自己也有贫富身份证，他不知道。那，啊，其实我就是在隐喻啊，或者说我是在转喻。其实很多台湾人都是啊，我们其实都是大太平洋的殖民啊，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在写就是这个故事。那，啊，也就贵点的内容，慢慢找到自己的，自己对未来的想象，然后得到重生啊，得到复活。所以，我的故事差不多是安尼啦。啊，我咧写这个，甲这个时代来，还是讲这个地步认同，关系代志就是安尼。啊，想到我台语写，差不多嘛是，就是这个原因嘛。哦，唔知时间上是不是差不多就是？所以，来开始，看台有啥物。教会大汉的囡仔，所以其实我对台语是自细汉就咧讲。但是我最近嘛是咧思想，就是我其实伫生活当中，足少来用台语来生活。所以我甲我的朋友最近就是开始就是见面，就大部分用台语来对话。啊，希望讲会当训练家己对原地家己的语言的使用的感情。啊，其实我观察到，就是伫咱伫用台语的事顶面，其实咱即马的人，我其实就是讲，比如讲咱咧讲话的时阵，其实我有观察到一种华语化，就是咱讲话愈来愈亲像讲华语安尼。比如讲，你若是讲反正安怎就是反正就这样，反正就那样，这个反正这事，咱。在讲台语时阵，其实咱常常拢讲反正，但是反正这词其实伫咱原底台语内底意思，其实是食西瓜半暝反正的迄个反正，毋是这个反正。所以咱其实有真侪词拢已经变去啊，吼，咱即个新的文化，中国文化来压伫咱即摆咧用的台咧的物件，比如讲，其实咱教会有一个词叫做“恶露”。俄罗伊汉字写起来嘛是赞美嘛，伫华语是写赞美，但即卖有真侪人看到赞美就改念做赞美，我了啥物是赞美？嘿，所以我是有观察到即个，因为咱时常咧用，所以咱比如讲国外，拄则讲即国外的人，国外其实我看到嘛是念国外，啊是讲赞美，看到就念俄罗。嘛是有人写乌老嘛，但我感觉讲这是咱台本来本地就有诶词，咱毋免搁去，算是一种误用啦，就是，用华语诶词来盖过这咱本地用台语诶词。啊，拄则嘛有讲着真侪是外来诶词，比如讲大巨蛋，还是讲长颈鹿、麒麟鹿。这种用法，我是感觉讲台语应该已经是一个有系统的一个语言，所以咱其实毋免讲一直去想讲要安怎来把这个，比如讲独角兽换做台语，念起来独角兽念起来真奇怪啊！啊，伊原底是啥物念法？咱我感觉我是较介意讲念原底的念法。比如讲大巨蛋，伊的英文本来是三点三就好啊。比如讲，其实咱真侪用法，比如讲，臭鸡啊，是他妈豆嘛。啊，台语就是这几种念法。那为什么念他妈豆？因为是咱好日本人通地鬼，所以念他妈豆。啊，臭鸡啊，是因为伊甲鸡啊生成，所以
叫伊臭鸡啊。但是，伫咱个时常咧用个时阵，可能就无去想到这個，就是咱个文化其实是对以前到即马是无共款个人来殖民咱个文化，所以咱有真侪无共款个用法。那到今，咱是毋是认为讲，即马即个中国政府是殖民咱的文化？安尼，咱是要甲因的词直接翻过来用台语的发音念，还是要甲原对因的发音当作咱的发音就好？比如讲草莓，好像草莓最近大家在炒草莓，怎么台语怎么念嘛？啊，我其实我的想法是讲。草莓这物件是对日本来的，伫日本时代有诶物件，所以我就问阮妈妈讲，草莓的台语是啥？哦，阮迄天就大家开始查草莓到底要念啥，念草莓吗？还是念啥物啥物？所以就查到讲是，若是迄个物件是对日本来的，咱就叫伊叫做日本话的讲法。我是较介意安尼，所以就念做伊即个就是草莓艺术，所以其实我嘛是常常伫网络看到真侪文章，就是有真侪人伫 PTT 上面，就是讲啊，大家拢讲哦，这个人伊翻译的迄个台语应该真好，就是伊会当甲起码咱所平常时咧用的迄个词翻译成台语咧用的词，但是我感觉讲伊翻的都是。比如讲，最近嘛咧讨论一个叫可恶享柔，就比如讲看到一个啥物物件啊，可恶享柔啊，这词到底要安怎翻译？你若是甲可恶，伊安尼翻哦，可恶中讲做可恶，后壁想要笑，想要上，想要安怎？但是我感觉你讨论后壁迄个要安怎要笑，还是要安怎都无都那个已经唔是重点。你头前这科目就已经限唔着啊！大家讲哦，真搞真怎？我感觉听了真在着，因为一定头前着唔着，你讲后壁着嘛唔着啊。所以我感觉讲，这是咱伫生活当中会当去思考，咱到底是甲台湾本土的文化。当作是家己的文化，也是咱甲中华民国的文化当作咱的文化。我感觉这是爱思想，所以咱伫讲话，比如讲，其实咱即马我即马讲台语啊，有真侪障碍，就是咱可能想的是华语的思路，但是讲出来爱讲台语的，就有差异出现。比如讲斟酌。斟酌现出来叫斟酌嘛，但是这两个一台语的斟酌，甲伫华语的斟酌意思无同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会当思考啊。搁有就是，其实我感觉讲，伫我的台语的学习过程当中，其实是真侪是透过诗歌，就是可能是以前的老歌，还是即卖新的歌来学这语言，还是讲其实亲像迄、那個。平村的老师有出真侪诶广播，就那些韩语广播一声，也是金文吹这物件来学习。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伫学台语的一开始其实资源是有啊，但是即卖就是爱互大家知影，要安怎开始，要安怎做，啊到后壁其实嘛是有撞墙期，啊要安怎做，要安怎学习，所以其实。我是感觉老师会当甲阮分享，讲就是伫咱即代，其实你讲你是拍远的球啊，啊，我感觉阮已经是，可能已经是旱季啊，不是球啊，所以你可能爱甲我讲一下，就是安怎去甲家己所已经有基础啊，要安怎搁较精进咱的语言的所在，嘿，就安尼。大家好吼，我是一个老同学的朋友，今日来真欢喜。不过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讲，因为咱这语文化的
的困难来也够激烈啊，所以不管是讲语言、文字、教育、文学，大概拢讲遐问题，伫遐咧实行当。啊，这是讲个真可惜。究竟呢，就是甲这个何先生的文学出版有关系。啊，文学就是讲艺术，所以我是确实想要问讲，何先生本身嘛是一个这个文学评论家吼。伊看即、這个这二十冬的台湾，台语文学的进展当中呢，迄、那个技术性的发展吼，甲伊的即个演绎，吼，甲伊的 evolution 到底是甚物款经验，甲咱分享一下啦，好想。一个短短问题吼，想要请教讲，你册内底读怎个？开始的所在拢有圣经的文字，你想要来选一挂一挂所在的圣经，啊，佮有顶关迄汉字顶关，佮有拼音迄，毋过迄毋是台语，迄是咱拄仔选择用即个语言来佮讲一下，啊，安尼就是。
第一件就是要跟他讲，啊，莫甲人笑，莫莫笑家己。哦，这种足重要诶，这种足重要，这个态度。所以，这是我会使互伊诶建议啦。啊，明春先生诶问题很难。啊，我咧看这二十天诶迄个，我所参与是十五天，我所家己开始写是十五天。伫个文艺进展，伊何如选一下？我想就是讲，伊甲伊有受着。我咧讲，我开始加入迄个店，我好有袂少迄个较早乡土作家，而且现代文学遐有受过来一挂现代文学本人遐人入来参加这个活动。所以这二十天啊，遮个人开始咧写时阵，伊会使甲一挂西方文学内底诶遮个物件。会使入去，甲放入去，伫迄个文学个元素内底。上大现象，我认为上大现象就是为口语化个落实，到渐渐无受口语化控制。这是我认为就是大，就是讲咱文学甲艺术一个足重要，就是伊个印象，就是伊个图像。那有做些图像，是讲抽象个思考迄个物件。迄是甲口语的经验无一定有直接的关系。种足抽象的感情，足抽象的画面，足抽象的情景，可能你看到一个画面的时阵，你会做一个感受，足抽象的。但你这超越咱日常的迄个语言的迄个区域，但伫个文化内底，这是重要的代志。哦，譬如讲，伫一个。伫一个落雨的黄昏的一个街仔头，你看到一台迄个米亚卡红色的手推车，你会感觉伊的迄个红色，互你一种足特殊的迄个感受。哦，你感觉伊迄个色，伊的色彩是啥啦？是那种伊活跳跳的，有种气氛伫啊，迄足抽象的嘛吼。哦，有人是来红烧鱼啊，红烧物件咧，就是我印象属于的人伊个白色个事。啊，台语咧，台语是会使来表达这个物件，抽象的思想，抽象感情。哦，就是讲，因为语言嘛，语言这个语言这个功用，因为迄个记载、思想甲科学的这个功用。伫文化内底，伊变作一种，家己会变作一种啥感情的行动，变作一种抽象的感情的行动，抽象的思考的行动。伊可能是单纯伊甲记录落来，像咧写新闻来，伊开始去表达这样物件。所以我看到现象是安尼，哦，我看到有一批人，伊对文学艺术较有了解，伊知影讲吼，这物件。即甲文艺有关系，伊会使透过语言来表现。开始有人会使去认识现代艺术内底，像沃夫的写啥，乔安斯的写啥，毋是敢若讲我所写我口那样东西。我所写我口也很重要，伊是一种记录嘛。但是文学的表现，我看到的进展是因为一批人受过现代文艺的训练，所以我看到的就这方面的作品。伫真诶内底，伊走出来。我想有一个足大诶进展，就是安尼。当然，以文字来讲，我家己感受着，就是讲用字，也是讲迄个以小说来讲，迄个叙事，那个拿捏。我本来今仔有一个主题咧讲，即个有时间就无讲。各位在小我讲诶，就是讲开始出现风格，因为我们不再只是我所写我口的那个白白的记录，所以它开始会有风格，它会跟你个人的思想、跟你的主观、跟你的艺术的品味会有关，跟你甚至跟你的那个心理的状况、看夜星光头的那种状况关系。啊，因为咱讲你一个翕卡梅拉的人，你可能你可以挑长镜头、广的镜头来处理一个状况，你也可以用。比较 focus 的镜头，
去跟着那个追焦，去跟着那个主体跑。那你不同的镜头风格，或是不同的画风，它会成就不同的艺术家。那一样啊，一个文字家也一样啊。一个文字家，他就是说，我要呈现一个斯文落魄被洗的啦，一定要行为行，他那个文字思想那种风格，他可能是怎么样？你哪一天外跟外人来讲，你会发现他在前面他比较多长句，比较考试，他在自嘲，比较多自嘲这种风格。我们文字在使用上，我们必须要去控制这个东西。他有点自嘲，有点愤世，你开始要去控制这种东西，有点无厘头，有点很容易就得做到的结果，天马行空，甚至梦很多，乱七八糟的梦很多。可是这个风格会变，就是说这个文字的风格会变。当他慢慢在叠，譬如讲叠景懂癫狂，就是说你对世界，就那些世界红线，等开始变化的时阵，叶红可以把它转化。譬如说他开始出现很多短句子，那个短句子有一种音乐性，好像会 push 他的心理前进。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开始我感觉就是讲这二十年来，我所学习到的。开始慢慢，我知道有人在跟我这样讲，我嘛在底学习讲，在这艺术内底，我爱控制艺术伊本身有诶艺术的特质，伊的声音、伊的声调，伊声调产生什么？我之前我有一堂小说的课，我咧讲啥？我咧讲台语小说的音乐性，他怎么样去控制他的音乐性？用长句子来制造慢板小调的效果。用短句子来制造明亮大调的效果，你怎么样去做这种事情？你要去描写那个阳光下的太平洋上航行的船只，充满那个自由的想象的时候，你可能是短句子，你可能是明亮的颜色会放进来。可是你如果是阴暗的，像大江见山朗月的万年远远足球队一开场那一幕，一个人困的人套在背后笑在一个地洞内底。呈现一个非常黢黑的黑暗，暗暝无蛇鸟，唔知影讲人生茫茫，唔知要行去倒个时，伊用的迄个字句，可能就较俗啵，可能较长，甚至较古，会较古一点，会较年轻。所以伊这个风格的迄个尊重，我想就是这其实当然，我哩个。啊，新华又在研究，我看就没有进步了，没有进步。啊，唔知安尼，敢有回答咧？现在咧问题，就是。啊，佮即摆佮三个问题，够有哪里咯？哎，大家好，我是陈。刚刚找无头路的台湾所有的先生，有一个观点，佫一个问题，想要向郭老师请教佮讨论。我观点是讲，因为你拄则讲了口语化，即口语化其实对日本时代，就是比如讲，伊当阵白话文运动嘛，台湾文的运动，就是对刘茂公、张伯钧，对迄个五四运动的这个白话文取经过来的，所以伊当阵。譬如这个影响，就是譬如讲石灰，就开始讲爱我所喜我口。因为你当时的概念应该是较接近讲要替台湾话哦，找一个适当的书写的媒介哦。所以因为当时有一个潮流，就是讲要找一挂适合的汉字哦来写台湾话。我感觉这是伊当时迄个我所喜我口的内涵。但是即马咱咧看我所喜我口，即马咧讨论的时阵。应该是变成讲，就像郭老师你讲的，已经在追求台语家己的书面语啊。哦，所以我想讲，进来看了，你会当从过去伊种我所写我可记的问题，看作是要安怎替台语找一个适当的工具，哦，适当的书写的媒介。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安怎找到台语即卖的书面语以及伊的艺术形态。我感觉可能安尼的分辨，会让大家对我所写我可记的问题有一个较清楚的一个。明白，我的观点是安尼。那我的问题就是讲，因为前一阵啊，譬如讲高凤年代，到文化研究，就一直咧画后殖民的物
伊个论点是讲，譬如讲台湾新闻学史，伊内底就写讲，我们要将受害的经验变成受惠的遗产。所以伊规个书馆内底面对这种意见政策的一寡讨论，可能有，我感觉是有一寡问题啦。所以我想要请教讲，请教讲老师，若是以台语文作家的这种身份，佮有你的书写经验，你安怎面对这种后世面的环境？大家拢认为后世面就是要接受的，就是你要怎么把受害的经验变成社会的遗产？我毋知影这个，就是讲这个学界的研究，也是普遍的看法，对台语文学创作佮研究来讲，伊是有相关的意义啊。老师，你有啥物款看法？多谢。我今天跟，其实我即摆看第三章的啦，第三段，啊，就是讲内底有讲一只迄个金句嘛，迄个主角金句的问题，啊，我是要看后壁走，不要答，就是讲，迄只金句到底是啥物意义？是讲伊的身份呢，还是讲，毋知呢，因为伊内底就是讲伊本来是要甲迄只金句用不掉。怕我用面出來，要把它用完掉，但是他又想說，我看他大說，他怕說他新來的，不是新來的，說他以前跟他教他的人在面出現，我不知道這個金句是誰要用完掉。OK， 我想回答這個，第一是問你說，我是有補充的，就是說對這個問題，我不是擺這個問題，而且說它不是一個限制，我在說的就是這樣。当然，对各口音文言文，这当然是重要代志，因为它不是一个，它是一重要的代志。讲对文言来讲，伊袂使形成限制。哦，所以我要讲的这点，因为一般头前咧讲人做实验，啊，因为徛伫作家这点咧讲较少，啊，所以我就是来提醒大家。第二就是讲后世面的问题，我甲这金句这样代志是这两个共同的问题啦，就是咧讲。对我来讲，是比较的过去。我无认为讲咱是后啊，你知无？我对后世面的观念是较会法隆来的。法隆啊，你变的是讲对自我的观察。啊，所以对自我的观察来讲，法隆是一个迄个精神意识。啊，以精神意识来讲，伊想奥克足可怜。我感觉你若一直在想遐个代志，足可怜。就是因为他后来他整个自我认同是非常负面。啊，这个金句其实伊在咧暗示讲一种诅咒啊，就是说可能身份上的诅咒。我认为就是讲，咱伫薪水顶管的时候，咱伫顶楼顶管，咱我们被强加那个神话，我们被强加那个认同，被强加那个外来的那个神话。对我们来讲，就像脸上长了一个胎记，那个胎记像金句那样乱，一坑啊，一坑，足来的啊个。暗暗放入去咱个面个骨头底下，然后你安那照镜拢看着伊啊，哦，你安那照镜拢看着伊，啊，你八也八袂走，啊，八条阁减一块皮啊，安尼啊，我写是种痛苦个心情啊，实际上，咱进过伫即个境界，我定会讲吼，有人咧唱个小太阳出外了，佮你唱上个好个，我明明都无出外是呾。唱错完了哈，很奇怪，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面，然后讲自己的话，没有人要听啊，就好像身处异乡一样。我们选东西，对吧？东西错完了，对吧？感觉是一个错完了那种心情啊。其实你讲后世面，咱无经过，当你搁有这种伫家己的土地顶面，搁有这种错完了的感受，就是咱跟。个红视频的，你知无？咱无凹嘞，咱是视频中 ing 嘞，实名 ing 的，你知无？所以你讲我要看遐后视频的理论吼，我有时候很矛盾，因为矛盾就是说，按他要我们解构啦，很多后殖民要我们去解构那个殖民权威的中心啦，可是我很烦恼，有时候你一解构下去，连自己的自我都解构掉。我怕是这样，所以我们刚一冒了，一说我是一个后殖民的
福音者，或者说我是霍子敏追随者，但是我说我觉得霍子敏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怎么样的？就是用吼，用一种后秒的方法，用后秒的方法去重读文本，去重读每一个历史事件，跟重读我的文学文本。我刚刚霍子敏给我的方法论最重要的是那个文本的重读。但是了呢，咱要捡起来用，还是咱无爱，咱上好家己来决定。但是若嘛莫去受迄、那个，只要我来，我就无爱的影响，因为迄有可能是性质互伊意见啦，对无？伊甲你讲好，你要甲我去，你要去中国化，那你就不要写中国字，啥规定嘞？我甲你做主人，我伫咧算啊，啥规定？我用互你死。我已经会行那很久啊，我要不要用？我还是主人啊！我跟讲的是讲，我还是主人，我还是有那个选择权嘛，而不要说被强加说，因为我要去中国化，所以从中国来的错痕迹我就不要。情卖百科，哎，六千情卖百科啊！我的刚刚。但一寡文化经典迄个认同，迄个移民局的实体的部分，你要先去掉。所以我在写出来就写了几，我在做的是这个事情。但在工具上那些东西哈，我们更确定。我说我的行为是安的，所以这写出来到尾啊，这金箍的迄个台语。我先讲，那爆雷。卖讲，我真卖讲啊，你看。我来爆雷了，你都歹看。我即卖个用语就爆雷了。我往你来听，我刚才听了，我拢歹看。哎，别来处理，我别来处理。但是我在态度上，我是觉得是该除掉就除掉，该除掉就除掉，该整容就整容，该整容就整容。然后文本要重读，文本要重读，然后用什么方法重读？就是用后描法去重读它。后表法就是说，像那个我咧读迄个，刚就是说读迄个酒杯对吧？你就从他那个描述的文字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说，他那里面是有一个时代性的，然后很注意就是说在背后殖民者跟你的关系，然后后表法实际上就是说，他就是一个文本的表面，透过一个这样的方法。然后去了解他在当时的时代、历史、殖民、被殖民这个脉络上面，他所呈现出来的意义，然后站在这个立场重新去解释它。哦，这个是，这有后描法。所以每一个文本它背后可能有一个语境，背后有一个语境。比如说，新总统讲公纪念歌，我怎么那么极端呢？龙的传人。你现在可不可以再去看这些东西？可以，但是你透过这个方法，你说他那时候在什么时空下，为什么推这个东西出来？那整个文本开始去解构，你解释它，不一定说所解构，就是你去解释它，你把这底层的那个文本社会脉络全部拢给拔出来，你甲看到底是啥，伊是到底啥物机制要改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殖民是这个样子。他是这样运作的，他有一首歌，哦，不怕风不怕雨，明明只是一首那个救国团的歌曲，明明只是一首那个团康一首流行歌曲，为什么变成团康歌曲？为什么会进去救国团里面，变成那一代的青年本来很不爽，对这你看做北宋，结果一参加那个救国团的团康，结果看见走音了。然后带着斗笠，我们不怕风不怕雨。然后，他为什么变成救国团的歌曲？他那个语境是什么？那是什么？你透过那后面把你下去看以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他的那个大前提是我们不畏风雨，站在某一个党国屹立不摇的这个大架构之下，大家一起团结，奋发向前，这样。所以那一首团康歌曲本身，它不是只是一首。团康歌曲呢，一看起来青春无敌，没有无白麦，看完全无白。你若一甲美工，你这是
是名家给伊的歌吼，伊控伊。但问题是，当你用迄个好苗法，你研究讲伊这首歌，安怎入去伫伊的迄个身体者，安怎入去伫伊的青年反共救国团的体者，诶，并且是官方的传播的一个流行歌曲，然后每一个本来应该对这个时代有更多想象的人，他一进去，就有他的所有热情，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被瓦解掉一寸。我不敢说全部啦，可是另外一首歌可能在瓦解另一寸啊。然后可能你只有一词啊，你四首歌就瓦解掉了，你不知道。哎，这咱台湾人开始研究这代志嘛，就是我讲你的方法会变化。我想到的是，我安尼回答，真好问题。那我回答的，你再去继续讲，就是安尼。咱真欢喜嘛，啊，有来听咱这个朱老师的演讲，真感动。啊，我做一个关心台语文章认同的，我是较关心的，就是讲要如何咱台语文吼，我到底在保存甲这个传承。因为我对这个代志嘛比较悲观，咱台湾这个目前差不多一年哦，出事差不多台湾较无啦，拢无可能讲台语，我相信吼。啊，你若用心部分吼。从十五万左右，可能拢差不多较会晓讲。伊讲即摆伊讲部分愈来愈少，啊，比较讲愈来愈少。我相信即摆目前吼，差不多30%到40%以下的吼，咧讲是真困难。咱听着真困难，讲袂讲。比如讲，伊我爱家己讲，我两个囡仔差不多十五岁，拢听袂晓吼，伊出讲。但是吼，真重视。但是伊含囡仔含伊同同僚在讲的时阵，真罕讲代志。这是咱真正爱去练武功。比如讲，咱若讲去大街，啊，是讲去教育路、啊建中，你伫门口，你拜佛时阵，你咧听一讲吼，讲两个囡仔是讲交一伴咧做伴咧讲代志吼，差不多无，真困难。你若找着的时阵吼，你真正真困难。啊，我感觉讲啊，拄啊这个啊，伊讲到这个认同部分不再重要，要迄个自我认同的时阵吼，你都重视。当然会反对。比如以我来讲吼，李玛丽斯加两面的 DNA 来讲，我有89%是美国关注，其实足悬的。我向家己拢安尼啦。啊，我顶下是讲不用什么方法吼，顶下就是讲有关咱迄程度是爱去推广，较侪人愈了解时阵，当然你我都真重视家己本土语言。啊，第二有教育。啊，即目前咱的教育内底，当然差不多2002年开始吼，国小。一礼拜才一遍，啊，一遍差不多是7分钟嘛吼。啊，虽然大多数咱也知讲，大多数伊是拢袂咧上，因为遮老师拢是本身可能经过三六点钟的这个训练，伊无咧基础。就是讲咱这个国家吼，无教这个课当作课来上就对了。伊是必修的哦，但是无解当作课。伊即个目前开始支援老师咧上，支援呢不是正式哦。那我支援你是讲，我即马今仔日我上，我做老师，我想要做胖，但我要做胖啊，我想胖点的人吼，师傅来遮教，这是直接做资源教学，不是正式的教学，我讲这教育点用。啊，教育本来讲，本来吼，像台南市来讲吼，迄当时正方正做口令的时阵，是来提来讲小学2点钟2小时，但是伊了解了的时阵，90%以上老师拢反对，包括家长反对。所以，要面对讲家长甲咱即款教育环境内对遮老师，要如何说服他，我游说他来接受，大家认真做。啊，第三，阮市场部分啊，咱个大学研究所补习班，拢有我台语文的老师，这学生培养。但是，即款目前拢我所了解，拢全部偷了。那即款小学内底吼，是一点钟啊，这个一礼拜一节啊，你讲这个吼60班，就60节课。但是，咱目前我都请一个专任的。台语文老师就伫咱问题啊，我想讲，吴老师比较有方式，有台语文变做我老传承，多谢。各个问题，我即个大哥，还是要请教一下，就是讲，
保持着有进步啦，安尼，我变做安尼啊吼。我有淡薄仔问题，因为我这个年代嘛是无变做是诶，安怎讲？你讲台语的时阵，无骂啦，无拍，啊拍到大汉的时阵就讲，啊袂讲了后，我是讲我是差不多二十几岁才开始学台语。啊，讲台语的过程中间就是变做拄着一摆问题就是，有足侪人会甲你议论，安怎讲？你会拄着足侪的困难。啊，我会想讲，吴老师你是会安怎是面对讲这种困难关的经验？就是讲，我家己身边的朋友，吼，我变作我足困难的，变作足孤单的。你要讲，你要写，拢个人来。啊，尤其讲换个殖民者，因的迄个声搁较大声，虽然因的人是较少，啊，不过因的声较大声，啊，所以讲因吼，就是讲会把咱变作一个，我讲少数的一个，吼，啊是，请问讲吴老师你是安怎面对你讲年岁？我今仔日来以前，我本来想讲吴老师今年岁就大。我是蛮去笑脸的，阿华还是惊死，所以我想讲，趁这机会甲吴老师请教一下，是安怎来，继续，都继续安尼去台语的，继续发展，谢谢。谢谢。各位好，我是要发表意见，刚才我听哈，有关台语的本地化的问题。即个敢若战国时代吼，切甲安尼崩弦散布啦吼。啊，其实我感觉有关台语的问题啊，应该是算简单的代志，对吧？咱即摆一般上课拢是较集中是讲所有的台语的字音拢要用汉字来写出来。到尾后啊，敢若迄个汉字，到底对迄个音到底是倒一个汉字吼？你著爱去进一步补啊。啊！你写出来，你到底是对啊？对，是来讲嘛，天下无啦。啊，其实吼，即摆有一个好处，讲已经有做一个迄个叫做字书啊、词书吼，已经拢有法度给咱做参考。啊，虽然迄作者嘛拢唔对啦，吼。啊，我意见是讲，你无必要，你若要用台语文写作话，你无必要要伤过牵就一定爱用汉字写出来。即摆上大个难处吼，是讲，一句话啊，要用迄落一句台语的语词吼，啊，要用迄个汉字啊，足完整个写出来，无足个人困难。但是吼，我感觉讲有一个较简便的吼，你每条去找遐汉字啦。我感觉迄字音到底是对啊，字数袂正啊，字数袂啥物我过年吼，迄毋是咱的代志啦。迄语言学界的代志，物理学界的代志，你免记落啦。但是生活中有法度用就好啊，啊有法度将迄个字音甲表达出来就好啊，啊不一定爱去找汉字啦，啊比如讲，高某进正，你到底是要写到啥物汉字嘞？啊，搁伫遐进一步久啊，上爱干在上爱生活话，坐下遐吃，大家大官查甫，啊，搁伫遐进一步久啊，爱用汉字写，对无？啊，到底是对啊对？台语的发展已经足久啊，吼，几啊千年历史啊，吼，已经语言本身也有进步啊，吼，啊，你要找遐古时代的迄个叫做所谓的正字出来，哦，啊，咱是古人嘞，咱是现代人，咱是需要用这样物件，想用这样语音，但是我着找遐语音来表达出来，啊，你就 OK 啊，啊，所以吼，我建议讲，会使用迄个叫做人脉音标啦，吼，就是做一个台语音吼。啊！你免去找咱字，找咱个字个啊，对啊，毋知啊，你会使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这个道理就敢若讲小学生咧写作文吼，但是咱迄个伊个花语个倒一个字音嘛写袂出来，伊着用注音啊，某音标先甲写出来。这个道理是相像个。啊，再来讲着迄个文字化个问题吼，迄个其实另外一个其实算作好个啦。有当作讲四点钟啦，我家己平常讲四点钟就落去遐啦。啊，足侪人就会看到讲，哎呀，咱个生活无，迄个含毋捌学过吼，所以感觉足歹学个。我讲骗笑个，你
你家己都无爱进入嘛吼，啊，所以咱买专台学的，啊，足侪人有咧买读书嘛，到今天都用了我的表写出来，啊，你个会看无？无这个代志啦，我记着你啦，我讲唔是，迄个有一个台大教授叫做高生燕啦，伊嘛咧推动有关台语的物件啦吼，啊，我问我，啊，你落卖到底会晓？伊讲会，第四个会讲也未晓的。哦，啊！你个你学得啦？你这应该咧学足紧嘞！我伊就讲咧学迄足紧嘞啦。伊再来伊讲，恁侪甲你牵嘞，我嘛再甲你讲，我足内行个围棋，我足简单嘞。啊，你敢会啊？哦，我就讲安尼，即个无听好讲起啊。啊，我意思是讲，迄、那个叫做你上台语个语音甲文字化处理落来，保存落来吼。写作文字，当然写作文字是一个叫做文字的记录嘛吼，啊主要这个物件啦，因为读侪拢是空嘴无字，你若讲啊以后都无文字，无文字的时阵，我迄个作歹字，啊有文字就是你见会成为做一个文字，比如讲文学作品，啊你就有人来读，吼，啊当然就爱会晓读，啊即摆咧读台语文学作品，就作侪人嘛拢脑海头拢读无去啦，我建议安尼啦。你读了都趣味个啦，你来了读吼，啊读了都趣味。啊初袂晓读个时阵吼，有一步啦。你敢若你补菜补吼，诶道理是啥？佫较歹读吼，你头前几页啊，你用甲补甲到尾啊，你着一定出得出来。啊出得出来，伊个吼，你着感觉趣味倒来啊。吼，这是我个建议啦。吼，啊，迄个有关台语吼，即摆咧要变新的吼。我做按监督咱家人，咱家人家庭大家监督，比如讲你的爸母，伫你的厝的时阵，有咧让你的囝儿、查某囝讲，还是讲让你的爸母有咧用，咱的母语就带进咧对话，足侪人拢无啊，足侪人拢去受着教育影响，教育是足强势的嘛，啊个又受着传播影响，传播影响就是电视、电影。对，个人伫迄个周边环境诶，如果你个同侪啦，你个朋友啦，啊，拢是咧讲迄个要讲话啦，啊，你着不得爱来讲要讲话啦。我嘛甲我好人电话来讲，恁爸着是要用闽台语啊，你讲啊，你若袂瘾讲，你莫讲，啊，你咧讲，我会使卖听，啊，我会使要用恁个话甲你译，啊，你 OK 啊。吼，我是伫讲，咧咧讲台湾人诶自我检讨哦，到尾台湾人即点了做无够啊。啊！我当希望讲大家，真正爱护团，好，多谢。好，兄弟，时间差不多，所以我就简单回答了吼。这个目前，曾秘书长分析听讲的这個，我是十八分赞同。事实我今仔日写大约汉字，同我汉字较济。即、这个汉字甲罗马字比个，就是讲罗马字是真做一个足好个辅助啦。因为你拢只吼找到大家正甲要死，为伊个先写即个音落去吼，安尼大家拢上面差，即用嘛。所以我伫个包括我伫编辑字个时阵，我嘛拢翻译拢各种个文字、各种字拢读，我拢翻译。即就是咱徛伫个文学即种第一个主点，先看先甲即个放伫边啊，讲这就是咱个主。这个咱主要的战场安尼，啊，当然起起落落哦，就是有当时啊吼，我这个罗马字用较侪时吼，我读者吼讲吼你伤侪啊，啊因为用较少个啦，就讲你又干唔用较侪个吼，就是，然后像波浪一样，一波一波安尼，比如讲我顶一本册用较侪，啊，搁顶一本搁用愈侪，啊，这本我就无人老讲，你会使搁较侪些嘛，安尼你听搁愈顺，所以。有当时啊，就是先安尼慢慢调整啊。到底讲偌济比例上适当，我感觉经过十年应该就会产生出来。我相信是安尼啊。啊，时间若讲偌济，可以使再办啊、三办啊，怎么样？可能是都会有嘛。啊，所以我想讲的是一个较有建设性的一种看法啦吼。另外就是咧讲这个传承的问题吼，我想是，我感觉会使安尼啊，大家人会使就家己个内容。我头拄好甲迄个规个迄个保险同迄个架构，我差不多拍唔少。我想大家人去找家己会使出来个所在做，文字话并处理会使去
研究，你若好是咧传播这个方面，你拄好是咧做记者，你拄好咧拍字幕的，安尼就上好啦。哦啊，就是讲你伫对一个位置，你会使出一挂力，安尼咱同来去影响边仔的人嘛。啊，你上起码你会使读，你读的时阵啊，你会使做读册会，还是啥？你去影响边仔的人的时阵，伊会形成一种力量。即个团结问题就是安尼。啊，我想第二小点讲这个个人文的形成，这边啊，你迄个，我想这那上个人文的文字少啦。啊，就是讲着伫会啊较厚，啊，就是较有信息嘛。我最近也认识一挂朋友，伊咧甲我讲，伊要做一挂迄个，迄个家长的联名，就讲你是保育家长，啊，伊即摆开始咧约讲吼，比如讲，就是讲啊，大家伫啥物所在聚会，啊，互相通消息啊，互相，然后囡仔甲囡仔在找伴，哦，尤其伊这是要发生伫即个天龙国的代志。因为啊，我伫南部吼，基本上来讲是无即个困扰，因为较无人。我阁毋管安怎吼，阁讲台语啦，我伫个公司我是读工个，我学电脑个。我开会吼，我咧讲迄个电脑影声，迄种台语个，我拢讲台语，即电小姐叫一个 bug， 我即你来改，我咧即即电小姐来过，咱即电视怎个怎改，全部台语个。啊，所以其实迄有一挂环境的问题啦。啊，当然，阮教囡仔，阮是讲台语。啊，伊囡仔去学校，叫学校伊伫学校，嘛是讲讲华语。啊，毋过转来讲是讲台语。上起码是讲，阮甲囡仔出去咧讲台语，也是啥未有迄种吼，伤过大受着歧视的感觉。我知迄个感觉。我甚至有听过一挂案例，就是讲，因为即个人讲台语伫学校，吼歧视，甚至迄、那个。迄、那个教师本身认为讲这是一个问题，学生的嘛有呢。结果竟然点伊做记号呢，甲伊当作问题学生。安尼，结果人对方家长是原地少文字历史的，伊人当作是迄种，那像咧迄个边缘家庭的同学们迄种，迄种歧视的很可怕，你没有办法知道，你哪能提起他的点过？啊，所以我相信伊天亮过，有些坚持。收掉，可能有一定压力，不过我感觉应该会使出来做一挂组织性的工作，迄个组织性工作，比如讲交流，比如讲你着发表，伊个脸书成立社团，啥物嘛，这会成为运动的。哎、欸，另外一点，这是这个很实际，你知无？因为你着就一挂家庭，你讲你着熟悉两三个家庭，两三个家庭都两三个囡仔，你爱用台语讲话佚佗啦。哦，即所以我想你咧，即看起咧，因为我想话话只要做一只啦，但是我感觉即可能即解决个问题嘛，无一定嘛，去找看嘛，到尾来得一定，到尾就变做，到尾就无。所以讲，在七到八个地方，你去七到八个地方。我感觉你有较巴结的，真正就是爱较巴结。我真正，你若讲要问我要怎面对，我就真足巴结的啦。对啊，因为我个人就真正有较搞怪，去兼巴结，啊，就零零舌欢喜应该是较好袂淡薄，啊，这个舌台语，甲你压力嘛足大。所以就是安尼，啊，你若讲要问心情，说只有是安尼，啊，就要到。但我认为迄个信心足重要，就是莫去认为，我一定我也是等下甲约瑟的梦啦，因为我认为约瑟他一直给我一个很，一直我是足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讲伊，伊认为对的代志，伊坚信不疑，坚信到下监牢。我迄个说这人格是足特殊的，你伫个迄个教会内底，大家有当个来讨论着讲，除了耶稣，耶稣卖讲，来敬一个上平常的人。我已经连续几啊单，我拢认为耶约瑟就是我认为最接近耶稣的那个人，最接近。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接近耶稣。但我觉得约瑟他是，我是非常平常的人。一个地方，他只是上帝给他一个梦，他居然相信他，相信，然后他勇敢地讲出来，然后都下监牢了。我想伊迄是互阮一个足重要的启示，你讲讲你个有迄个信用。我觉得我们那是在信仰里面去把约瑟启示放到你心里面。这嘛是迄个我小说内底迄个女主角和男主角的建议就对啦。迄个女主角建议，迄个男主角爱伫迄个房内底去找一个信息。今天就是到这为止啦，大家也够有兴趣，会使看一下。OK， 大家老实，且跳车吼。大家要另出来三个面子，你面子要正。